我们现在准备要开会了。我们请到场的所有官员们请就坐。今天人数比较多，所以呢两边都可以坐啊，大家不必客气。那我们现在开始要开会，请所有的人员保持会场的秩序，讲话声音请压到最低，没有必要那尽量不要讲话，因为每一个人一点点的声音合起来会太大声哦。在这里向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我们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联席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向委员会报告，我们现在宣布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的议程。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观礼：一、单位结算，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国史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人事行政总处、公务人力发展中心、地方行政研习中心、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括号并入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立法院、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台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法官学院、智慧财产法院、台湾高等法院暨四个分院、19个台湾地区地方法院、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福建金门地方法院、福建连江地方法院、考试院、考选部、全系部、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监察院、法务部、司法官学院、法医研究所、廉政署、矫正署及所属行政执行署及所属最高法院检察署、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暨四个分院检察署、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19个台湾地区地方法院检察署、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察署、福建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福建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调查局。二、附属单位结算为营业特种基金单位：一、作业基金，法务部矫正机关作业基金、考险业务基金；二、其他特种基金，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宣读完毕。因为我们今天来了各级机关相当的多，所以因为人数太多了，我就不做介绍。那我们请大家参考我们今天的出席人员的这个人员的出席的列表哈，这个名单上面都有。其中有两个单位因为早上才临时请假，那我也准假了哈，一个是台东地检署的检察长，一个是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因为他们早上临时有公务，那可能是一些侦查的作为，我们尊重这个检察机关他们公务的行使，所以呢，这两个单位早上才请假，临时请假，我们也准了。那其他的有请假的、有代理的，都在我们的名单上面，请大家参考。好，我们现在请林审计长就本次审查的机关单位部分，我们来做简要报告。好，请。主席、各位委员、林氏先生，大家早。今天就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暨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审核报告本入议程所列机关基金这个审核情况扼要报告如下。首先报告总结算部分，总统府主管包括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国史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等四个机关，结算审定数是139,400多万。应付保留数2200多万，剩余数有1,055,000，主要是这个轮延未足额聘润，还有业务需要减少支付的剩余。行政主管包括行政院轮数总处等五个机关，结算审定数是37,900多万，应付保留数1,500多万，剩余数有2,400,000多万，主要是轮数总处办理各公教轮年租领的这个各种补助费金额较预计减少。立法院主管税收结算审定33,6300多万，应付保留款9,800多万，主要是国会凭证管理系统更新暨服务整合等采购案件合约期程跨年度。
剩余是有1亿7000多万，主要是业务需要减少租户，还有延额用到较少的剩余。住房业主管共37个机关，税收结算省电217亿5000多万，业务保留数6亿8000多万，主要是台湾桃园等地方法院办公厅设兴建计划，这个还要继续执行。剩余是有5亿2000多万，主要是轮数会剩余，还有业务需要减少的这个结余。考税院主管有7个机关，税收结算省电是254亿4001万元，剩余是有7亿4000多万，主要是公务员退休五系给付实际轮数较预计减少。监察主管监察院税收结算省电7亿20万亿元，应付保留数有1140万，主要是电梯更新等工程合约期整跨年度，剩余是2049万，是轮数会剩余。法务部主管36个机关，税出结算省电是288亿200多万，应付保留数有4亿2000多万，主要是九政府台北监狱等工程合约期整跨年度，剩余有2亿多万，2亿6000多万呢是延额较少的轮数会剩余，还有业务需要的结余。其次是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作业基金，法务部主管的矫正机关作业基金审定短出1400多万，较预算减少5000多万。考险部主管的考险业务基金审定剩余600多万，较预算剩余增加400多万。其他这种基金是公教人员退休五系基金，本年度的剩余是335亿8000多万，比较预算数增加了129亿，主要是利益这个投资利益还有兑换利益叫一起增加。在各该机关的这个重要审核意见，我摘要报告如下：第一个是行政主管部分，包括行政院实施绩效管理及定班相关规范，以强化这个助理的效能。这个执行结果，我们发现需要再进一步强化的，包括各机关提报推动重大政策计划所拟定的具体创新作为跟措施呢，缺乏追踪机制。另外，部分机关修正绩效关键策略目标跟关键绩效指标没有有效结合。除外，本年度各机关的修正绩效，这个总的衡量指标有779项。行政院互评结果呢，绩效良好，也就是绿灯的有526项，它的总数的百分比呢，比较102年度减少。所以在绩效欠佳或是绩效不明的红灯跟白灯呢，则较102年度增加。所以整体纾正的表现呢，难有改善的空间。第二是在行动电子化政府服务部分呢，各机关发展行动化的这个服务绩效管理，还有服务功能跟使用，我们发现说，这个部分机关开发 APP 之前呢，没有评估这个民间家族创新应用可行性，所以有部分开发的这个 APP 呢，有一些雷同的情况。另外，部分行动化服务未设有回馈或是租询的这个功能。此外，这个下有部分 APP 下载的这个次数偏低，这个都有带来进一步强化。在推动政府资料开放这个部分呢，那么这个考核就是有部分机关资料汇集方式不一致，影响平台资料完整，还有这个部分开放资料类型是 PDF、DOC 等档案，不利外界家属应用。不过这个整个3年度下来，这个 Open Data 就是经过这个英国的这个租数基金会的这个评比呢，在2013年我们是得到36名，2014年提升到11名，2015年呢，他们在评比的结果是得到第一名，在这个资料开放这一块呢，有比较亮丽的一个成果。在司法院主管的部分，司法院及所属机关承办债权凭证的控管清理，还有部分地方法院提存管理系统呢，和有这种内部控制的一个相关切书，以及参考行政的做法呢，来强化内控的这个具体的作为。那么第二点是各级法院执行审判业务的整体结案速度还有上诉为主率已经有改善。不过呢，本年度我们发现在结案速度或是上诉为主率跟管考标准差异20天或是10%，还有这个台湾高等法院等19个机关，其中台湾高等法院刑事重大案件，还有屏东这个法院的民事、高雄地方法院这个简易，还有福建的这个法院呢，连续3年结案速度都超过管考标准20路以上。除外，这个本年度结案速度较102年度落后的呢，有台湾高等法院这个等这个11个法院。那本年度上诉为主力跟管考标准差异10个百分点呢，也有这个4个地方法院，
那显示在相关的这个管考标准呢，还有在实际执行有进一步在强化。第三是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基金余额跟法定目标差异能大，那有需要再来先导加强民间，鼓励民间来捐助。在考试院主管的部分，考试院及所属机关办理事务工作，还有退伍基金的缩缴呢，发现有部分内部控制不是很健全，相关措施引于 M 推强化内部控制的具体措施。第二是考险业务基金亏损金额已经有改善，不过基金相关事务收入呢，还是不敷这个租用支出，特别这几年这个考试的人数逐渐减少，所以发生这个业务短处，有需要进一步来M 善策。第三是退伍基金应用成效已经达到年度目标，不过缩缴给付金额逐年缩减，本年度呢虽然是本年度所处已经转为短处，期待积极推动完成年金改革，以改善基金缩出疏衡的一个情况。在法务部主管的部分，检察机关办理侦查、主审等检察业务成效已经提升，不过部分检察机关侦结的这个案件入数呢年年增加，或是这个正确率有下滑，还是有进一步改善。那么在101到103年度终结案件平均这个所需的入数逐年增加的，有这个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婚宴检察署等几个三个这个地方法院检察署，还有在办案正确率逐渐这个下滑的，也有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还有桃园、嘉义、福建、连江等三个地方法院的检察署，这块都有在需要强化。第二个是矫正机关疏解超额收容问题，那么继续来改善这个监所的一些相关设施，超收的比例已经稍稍有降低，不过呢在各矫正机关超额收容比例较102年度上升的，还是有台北监理等14个机关连续三年超收比例都到30%以上的，有桃园监理等9个机关，这块还是有在大力的突破。那第三是法务部办理受感化交易少年的教育，还有教化设置少年服役院，不过在这个桃园跟彰化这个少年服役院呢，那我们发现就是少年服役院的辅导伦理，它的编制呢只有导书信导员跟调查员，没有专属的辅导伦理的编制，所以在感化交易难以落实。除外这个少年育幼院，那么里面有部分是孙障轮言，那么在彰化少年服役院他没有设置相关的这个资源班，所以有需要来这个协助各少年矫正机关协调当地地方政府，或是协助来办理特殊教育的身份鉴定，有效引进相关资源。第四是矫正机关已经订累进处遇的机制，不过我们发现在这些累进处遇的机制呢，那么缺乏这个拓评的机制，不利外部监督。另外在这个考评的这个部分还有这个复评，它的成员都是由矫正机关相关科室组成，缺乏外部的这个监督机制呢，那整体而言这些处遇的制度，那么未臻拓评客观，那这块也有可以来进一步改善。以上是这个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及审核报告，那么本路议程部分这个结算审核的这个情形做扼要说明，详细情况请参阅本部所送的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主教，谢谢。好，我们现在开始答询。那答询前，我们会先做以下宣告：一、每位委员答询时间8分钟，可以延长2分钟。我们10点截止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我们第一名的曾明忠曾委员，请。主席、各位委员，麻烦司法院张副秘书长。来，司法院副秘书长。委员长是，副秘书长好，请教您一个问题哦，就是司法院是我国主管司法的最高，也是宪法机关，宪法的五院之一啊。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是司法院的施政目标能不能简单列举3项？讲最重要一项，施政的目标。是的，
委员，我们第一个市政目标呢，是在于这个有关于目前大家社会所关心的人民参与审判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司法院想要推动的，能够得到全民的共识，采取一个适当的人民参与审判的方式，来让民众进入这个法庭，这个是司法院的第一个审判的第一个施政目标。第二个施政的目标呢，当然我们要强化法官法的这个适用，然后呢，社会所关注的，能够提升审判的这个质量品质，然后呢，能够对于不适任的法官呢，能够有适当的管道呢，予以这个处理。这是第二个施政的目标。那么第三个施政的目标呢，当然也跟法官的职务的行使有关系。那我想我认为应该是法官跟检察官的这个执掌，或者是他们的考试跟训练，如何来让他适当的做，因为他的性质的不同而做适当的这个区隔。是，以上。谢谢副秘书长的回答。基本上您三个目标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民众对法官的信赖度。我手上是司法院2月26号的新闻稿，是这新闻稿里边呢有一些附件我给您报告。第一个是司法院自己的调查民众对法官的信赖度，104年是信任是44%，不信任度是48.5%，信任度只有44%了，不信任度是48%了。第二个是民众对法院人员的廉洁操守，104年度满意是49.3%，不满意是30.3%。这个是自己的调查。那另外中研院的调查，民众对法官判决的公正程度，公正的部分是45.9%，不公正是44.6%了。那其实你们这一篇的新闻稿是在反驳，我刚刚讲的是内举相对高的哦，你是要反驳中正大学的他的调查是104年度。认为民众对法官审理的公正公平性的相对程度，国立中正大学是相信的是15%，不相信的是84.6%。您这整个新闻稿是要反驳中正大学的它的客观性，没关系，我们就不要相信中正大学的调查，我们来相信司法院自己的调查。司法院的调查104年度，相信法官的信任度只有44%了，不信任是48.5%了。那刚刚重复一次，中研院的调查公正的部分只有45.9%了，不公正是44.6%了。这个数据我看了真的很伤心，真的，我想请教副秘书长，您的看法怎么样？回答委员的问题，这部分我们也自己也不满意。那当然不满意的原因，我们分析，我自己认为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当然是我们这段时间自认为自己很努力，但是呢，社会大众并没有接到这样子的讯息。那也是说，我想我们认为我们跟民众之间有很大的这个落差。据我们的了解，在专业的群体方面，对于法院的裁判的这个公正度呢，其实是给予高度的这个肯定的。我当然手上没有非常的好，律师的部分呢，其实是对于法院的裁判呢是比较相信。其实跟副秘书长说明，我也知道法院本身就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审判就是吃力不讨好。那另外我也知道面临的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也面临了结构性的问题，但是这个比例真的太低。那我请教您一个问题，那这么多的法院里边，哪个法院满意度，民众对他的信任度满意度最高？总有这个资料吧，哪一个最高？对不起，我现在一时
我记得我们的这个调查是从民事、刑事，然后行政诉讼这三方面来做这个做这个讨论的。我们没有对针对个别法院来做这个调查。我认为应该调查，当然每个法院的案件或者是繁忙的程度不一样 ，case 的案，比如说台北地院，它可能真的很忙，那相对于比如说金门或者马祖，那完全会不一样。那我是建议你至少要分了、分类组，让他去做满意度的调查，你要定期公布，产生一定的竞争的情况。你当然，比如说台北地院不可能跟金门或者马祖摆在一起啊。我觉得你里面至少会有这样类似的考核啊，是的，会没有这一项啊？有的是。那当然，这个资料并没有对外界公布，这个是我们司法体系里头我们有公布这样子的团体绩效评比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的，因为我跟您报告，我不是一个法务或者司法专业的立委。但是我看到，我就是用一般的民众来看你们2月26号的这么一个新闻稿，你们拿出这个数据，在驳斥中正大学的发布的民调。其实我不知道那一天出来开记者会是谁，我相信他理不直气不喘，我觉得他没有那么。根本没有计税无力，我把那新闻稿叫出来拿来看了，我都不好意思。我也知道司法院过去很努力，也采行了很多措施，但是这么一个比例真的非常非常偏低。那我们问一个问题，那国外呢？比如说像日本、韩国，他们的满意度多高？具体数据我讲不出来，但是我知道应该是比较高。对呀、啊，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司法院过去也做了很多的司法改革，但是似乎没有取得全国民众的认同，满意度这么高，公正性这么低，真的需要检讨。再请教你一个问题，面对这么问题，司法院打算采行未来的努力方向是哪些？你们可以跟大家做说明。对，刚才我报告的就是第一个，希望民众能够进入法庭。一方面，民众能够了解法院的运作，也了解法院在审判上面所遭遇到的必须要考量的事情，是不是和完全没有接触审判的一般社会大众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也可以让法官多听一下民众的声音，当他在做决定的时候呢，能够纳入社会大众的这个思考，这是双方的一个平衡。这个是第一个，刚才委员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们急切的希望做到这一件事情。谢谢您刚才回答。我觉得面对未来整个司法的问题，可能不能像过去采行这些比较传统的方式，因为司法改革也进行了这么久，但是民众的满意度或者是对法官的信任度这么低，我觉得司法院可能必须采行更多，排除过去传统，要有一些更新、更强、更有效的措施，来创造一个新的形象，或者是让民众更重视或者更肯定司法院的相关作为。因为做了那么多事情，但是民众接受的，我也不相信。老蒋跟你报告，我也不相信中正大学他的这个报道，他的这个统计数据，他说有84.6%的人是不相信，相信的只有15.4%。我也不相信我们的司法真的有这么他的这个信任度有这么低。不过我还是建议啊，司法院我们真的不希望几年后或者是明年后年最后年，在我立法院任期在询问司法院的时候，他的满意度，我希望是不管怎么样，你要往上走，要改善的情况。
您我真的看到司法院2月26号的新闻稿，我不晓得，真的，就我一个用我一个民众的立场来看，我觉得是很伤心。我希望以后每一年我会跟立法院，跟司法院讨教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希望他的满意度还有信任的程度能够逐年提升。我也希望司法院可能真的要采行更强烈的手段、更创新的方法来改善这个情况。谢谢。是，谢谢委员，我们会继续努力。接着我们请黄国昌委员质询。黄委员，请。谢谢主席哦，麻烦有请司法院副秘书长以及最高法院郑院长。来，那郑院长、副秘书长，请。黄委员好。副秘长您好。郑院长您好，不好意思哦，您是我法界的前辈啊。那不过因为咨询的时间上有受限啊，所以先请郑院长一起上来，请郑院长不要见怪。那个刚郑委员啊提到有关于我国人民对司法满意度主观的评价，他说他作为一个民众啊，心里非常的难过。那我长期以来作为我国司法制度实证研究的研究者，其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啊，我更难过，因为中央研究院针对我国人民对于司法制度的评价的研究是由我所主持的。那份调查当中，全国的民众我总共发出了5600个样本数，那同时是采用面访的方式所进行的。那在那个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调查完了以后，除了刚刚曾委员所讲的那样子的一个指标以外啊，有两个或许可以提供啊给我们所有法界的同仁参考，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未来可能也要共同努力。第一个事情是依照我研究的结果，有法庭经验的人比没有法庭经验的人对于我国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整体公正性的评价，有法庭经验的人比没有法庭经验的人还要低。那第二个，在跟其他的执法人员相比，对于法官公正性的评价比警察还要低。这是我当初做完那个研究的时候让我心里面最难过的问题。那不过到了2016年的现在，我们一定要很严肃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司法改革成效如何。来，我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副秘书长。主观评价的事情刚刚曾委员提过我就不再复述这个是司法院自己做的调查。那当然就整个社会科学方法上面调查的方式怎么样，可能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不过不管如何，这些数据都是引为所有法律人必须要深思检讨要继续努力的事项。副秘书长，您知不知道我们现任的司法院的正副院长在当初2010年就任的时候，最重要的政见是什么？亲民的司法、透明的司法，大概是这样子的。具体的来讲，在制度上面要推行什么制度的改革？那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人民参与审判这样子的一个，是它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人民参与审判从2010年推动到现在，到2016年的今天，请问具体的效果是什么？是目前在法制上并没有具体的效果，因为在立法院并没有办法形成多数委员的共识。那至于为什么在立法院没有办法形成多数委员的共识，人民观审条例什么时候送到立法院来审查的？101年6月，2012年6月，什么时候司法院公布人民观审条例的草案？
6月14号。2012年1月司法节的时候，赖浩敏院长有没有公布这个官审条例的草案？2012年1月的时候，一月司法节，司法节。那个时候是司法院内部已经通过，那还要送给这个行政院会审。所以以司法院的立场来讲，在2012年1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法制作业吗？内部的法制作业还要跟行政院。他已经在司法节的时候对外公开了，还拿出来当政绩啊？怎么会是内部呢？他已经在司法节的时候公开宣布了。我现在下一个问题是从2012年到2016年的今天。司法院每年大概花在官审制推动的预算，最近一两年大概每年是3000万左右，我说的应该对吧？是。具体的成效是什么？应该是我们已经在各法院办理了模拟法庭，有50场。你们办了所有的模拟法庭的结论以后，采行官审制是不是还是司法院既定的政策？目前。其实到最近的讨论呢，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还没有。你们一开始很坚持啊，是所有的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包括我个人在内，甚至立法委员，一而再、再而三的质询，问你们为什么一开始就坚持的采取官审制，到最后立法院是透过冻结预算的方式，你们才愿意采取所谓开放式的模拟审判。从2012年一直到2016年，我非常感慨啊！如果当初司法院在2011年推动整个制度的时候是开放心胸的，不是先射箭再画靶，硬要推行饱受民间团体大家都质疑的官审制，2016年的现在，我们还会在原地踏步吗？来，我接下来请教郑院长。郑院长，您2013年的时候是不是去韩国考察他们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是的。请问在那一次的考察当中，您所提出来具有前瞻性的问题是什么？韩国是以陪审制哈。您不用跟我介绍韩国的制度，韩国的制度我非常的熟。我只是具体的问哦，您那一次在韩国考察的时候，您所提出来具有前瞻性的问题是什么？关于人民参审制度是有很多种。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吗？因为在你们台南高分院法官所提出来的书面报告当中，说出发以前要求每一个参与的法官到韩国去以前要把所有的资料都熟读完，提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问题。我现在请教您，您在韩国那一次考察的时候，您所提出来具有前瞻性的问题是什么？报告委员，其实人民参与审判并不能够一蹴而成。这个我了解了。现在您不用跟我讨论说就人民参与审判推动的过程啊，因为作为这个研究这个制度的学者，我非常的清楚。是，谢谢那个委员的那个指导哈。那么其实是这样子哈，这个。关于参审、陪审以及现在的官审各有所长。那么台南高分院当初在担任行政职务的时候，我曾经也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个就是科技法庭，让全部能够旁听。您推动科技法庭的成效，大家有目共睹，我个人也非常的佩服。但是我现在的问题很具体啊，就是请问一下郑院长，您那个时候去参加韩国的参访，您所提出来具有前瞻性的问题是什么？人民到底要不要有参与裁判的这个区块？那您考察完了以后，您所谓这个人民要不要参与裁判的这一个前瞻性的问题，您考察完了以后的心得是什么？我自己本人是认为不应该那么急促。因为好几次的模拟法庭，所以基本上面，您对于推动人民参与审判的这个制度方向是持保留的态度？没有，我觉得应该要继续推行。那您觉得还要再推行多久，台湾社会才成熟到可以引进这个制度？报告委员，其实有好几个状况啊，很多的面向可以值得思考。
没有这个需要哈，制度上面需要考虑的面向，我通通都知道了。是是是，大概中文跟外文的文献可以念的，我念的差不多了。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我后面还有问题啦，所以我只想请教一下院长，您觉得这个方向是值得推动，但是现在可能还不成熟。因为有实证，因为模拟法庭很多场，几乎在嘉义地院的每一场我都参与。是，那他们有做裁判的时候，他那个做新政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状况，这我也了解，是是是，所以在这个人民参与审判，到底要不要是专家参与审判呢，还是一般民众参与审判，就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这我也了解，是是。那我现在只知道，我相信很多人也想知道您的看法跟立场啊。那个论证的部分，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讨论啊。因为今天您如果只是在审判端的法官的话，报告委员，在事实的这个区块的时候，我相信人民介入的状况之下。非常非常有帮忙，因为那个所谓的就事实认定的部分，您是赞成的吗？这一点我好是官审、参审还是陪审，还是到现在你还没有确切的答案？其实三个制度都不太一样，你参审也好，这个陪审也好，三个制度都不太一样。这件事情，郑院长，请您相信我，我也非常了解。是是是是。现在我只要问你的立场是什么？我的立场是说，继续推行人民参与审判制度。确实是有必要。因为我接下来哈，请教一下郑院长哦。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在200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的时候进行重要的改革，其中的重要的改革规定在民事诉讼法474条。请问民事诉讼法474条的规定是什么？这个报告委员，最高法院应该行延迟辩论。原则应该行延迟辩论嘛？是。从200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完成到2016年的现在。最高法院行了几件民事庭的延迟辩论？根据我的理解啦，因为我是去年10月才到，那我有看了一下数据啦，那么也有行延迟辩论，但是还是个位数，这一点像个位数嘛。最高法院一年有多少案件量？在民事的部分的话，有大概是2600多件嘛，不止啊。向报告委员，其实、没有关系啊，我们就针对民事啊，哈、上诉的案件，其他裁定都不要提啦。是是是，这个我有做研究，我直接从你们 database 上面抓下来的啦。是，就每年的实体判决数有多少？你不合法裁定驳回，不行延迟辩论，这很合理啦。是，每年的实体判决数有多少？我指的是包括有理由跟没理由的。是，报告委员，那个现在最高法院正在制定延迟辩论要点。正在进行。我现在没有在请教你最高法院有没有在制定什么要点，我在问你每年的实体判决数是不是将近1000件？是，每年的实体判决数将近1000件，从2003年到2016年，最高法院行延迟辩论的案件数少于10件。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把民事诉讼法474条当成据文吗？报告委员，没有哈，其实有几个。如果没有当成据文的话，这么多的案件数。过去10几年加起来上万件哦，行延迟辩论庭低于10件。如果不是把它当成据文，那请问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如何看待民事诉讼法474条的规定？向委员报告，最高法院行延迟辩论是在法律的争议。假如法律没有争议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行延迟辩论。而且最高法院行延迟辩论是要律师辩论，而且最高法院从良。最高法院后来改革就已经改采律师强制代理了嘛？这些民事诉讼法基本的规定，那个郑法官，您相信我，我非常的熟悉啦。是，所以按照您的看法是说，过去最高法院在10000多个案件当中，只有10件有法律上的争议，并不会如此。其实是这样子，好像那个，因为委员也是民事诉讼法的专家了，而且我知道92年那一次的修正，委员啊，真的是处以正身呐。向委员报告，最高法院现在在进行这个工作，但有几个现实问题向委员报告。当初最高法院在建立的时候，根本没有思考到开庭的这一回事，因为最高法院原则不开庭。最高法院现在哈、那个现在郑院长，不好意思，是是容我打断哈、您在学术上的论著我常常拜读，对于您的用功的程度，我也非常的敬佩。是，但是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我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于整个最高法院的运作提出应该有的质询，那现在时间也到了，那我希望未来还有继续的机会，不管是在财委会还是在司法法制委员会，进一步的针对我们的司法院过去这6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具体的成效如何，未来该如何改革，继续请教我们司法院还有其他法院的法官们，谢谢。谢谢委员，也谢谢委员继续的指导。这个院长做个书面送给黄委员当参考，好吧？好，我们接下来请吴秉睿吴委员质询，吴委员请。主席，麻烦请司法院张副秘书长以及台南地方法院庄院长。副秘书长、庄院长，请。吴委员好。早哈，副秘书长，刚刚黄委员讲说，这个司法院法律的规定如巨文呢，哈。我现在更指出另外一个例子，是法律的规定如巨文。中华民国现在的宪法虽然五院制度，大家互相尊重，本院所制定的法律，法律人尤其是法院可以高兴说我要用就用，我不高兴用就不用吗？当然不行，我们是执法机关。好，那如果不行，我现在我读个法条条文给你听了哈，我会。特别重要那个字，我会加强音的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27条，选举罢免诉讼设选举法庭采合议制审理，并应先于其他诉讼审判之，以二审终结，并不得提起再审之诉。各省受理之法院应于六个月内结案审结。法院审理选举罢免诉讼时，应依职权调查必要之事证。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27条，白纸黑字我应该是没有念错。再来，民事诉讼法第33条，遇有下列各款情形，当事人得申请法官回避。依法官有前条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回避，是指前条的自行回避事项。第二，法官有前条锁定以外之情形，主任其执行职务有偏颇之余者。然后再来就是当事人，这个是33条回避的规定，然后34条是回避的程序，37条有特别写，法官被申请回避者，在该申请事件终结前应停止诉讼程序，但其申请应违背第33条第二项、第34条第一项或第二项之规定，或显系意图延滞诉讼而为者，不在此限。这个前项规定停止诉讼程序中，如果急迫行事人应为必要处分。好，那我现在就是请教你了。台南地院啊，审理了一件全国知名的案件，就是李全教的当选无效之诉，地方法院审理的13个月。这中间有非常多的申请回避，包括报告法官的配偶，配偶是检察官，以这个为理由告检察官之后，再来申请审判的法官回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哦，为了这个事情写过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你们的法官论坛对我很不公道啊，在里面我一文指名道姓批评我，他没有看清楚我写这文章的内容。台南地院老是拿一个说。这个是选办法，是训示规定。所谓的训示规定，是指在诉讼程序中，对于这个诉讼程序虽然违背规定，但是它的诉讼效果仍然有效。譬如说，你定辩论终结应该要20天内宣判，结果你迟误了，你变成20天之后才宣判，这个判决仍然有效，没有人去质疑这个判决有没有效，所以。台南地院李全教这个审理案件，本席从来没有质疑过审理有没有效啊！我没有说过那个判决没效，我是说判决显然延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27条的规定嘛。那你这一条的规定，我刚念给你听，应优于其他的诉讼审判之，应在六个月内审结，迟误其日。这又不是诉讼程序的指挥，我们也没有质疑他审判程序无效，是质疑违背了这条规定啊！这法律明定，庄院长，你们还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啊？媒体上怎么写呢？台南地院的发言人还出来讲说，选罢法的规定不必然要遵守啊。请你回答一下，你刚刚不是说法律不是本院定的，你们要遵守吗？明明是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楚，用非常荒谬的方法在想要拖延诉讼，然后只要李全教一申请，你们就开始回避，然后这个裁定，然后再让他抗告到高院，然后在高院再驳，再来驳回，来来回回总共三四件呢。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子，从六个月的审判规定的强制期间，把我们审判到十三个月才结案。当事人很可恶啦，但是法院对于这种拖法，明明白白法律也有规定的情形，你不做处理，当各界在批评说你违背选举罢免法明文的规定的时候，你还讲说那个是训示规定，我这个参考就好，我不一定要遵守。那你告诉我，到底本院立法院要定什么样的法条，法院才愿意遵守这个审判期日啊？可不可以跟我讲？要我明定吗？要明定我们来改啊。所以我那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你们说，对于没理由职务，依照法官法第三十条第六款，无正当理由迟延案件之进行，致影响当事人权益情节重大，这构成法官法评鉴的事由嘛？我这个逻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评鉴而已啊，如果你有正当理由，评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啊。那个法官法在梯级界的时候，大家就民间就公认这是法官保护法，本息也来自法院啊。我有什么理由要找法官的麻烦吗？我的家人也是法官啊。但是问题是，你们台南地院可以这样子面对记者说这个选罢法的规定不必然要遵守，那你们到底要遵守什么？法院到底要遵守什么？可不可以回答一下？包委员哈，台南地院在发言人在做这一个声明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说我们法律并不可以不遵守。那里面我们只是说有提到说那个法条规定的显系延至诉讼的情况之下，说必须要是非常强烈的在形式上观察，一看就知道是在延至诉讼的情形。但是他在形式上诉状显，这个是解释的问题嘛？对，一个当事人为了要在法院申请回避，知道法官的配偶是检察官，所以先去告检察官，然后告了检察官之后，再以说你的配偶是我的被告为理由，要申请回避诉讼。这显然后面有高人在指导，大家在玩法，大家都读法律读这么久，你认为这不是显然？周院长，你认为这不是显然在玩法，不是显然在想办法在拖延诉讼，在制造回避的事由？而后来你们地院把它驳回，高院也把它驳回，不是也赞成这个显然就是在拖延诉讼？这个回避是没有道理的，申请回避是没有道理的。好，这个技术我不论，我现在是要问你那个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啊。到底怎么样，法院才愿意遵守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明文规定啊？你们到底认为要怎么样才愿意遵守？你跟我讲，我来修改法律嘛。当初那个立法理由，就是怕当事人延迟诉讼，等到告完了，官司打完了，他那个任期期满了，所以才要特别强制规定。条文全部都是因啊，没有得。我想这方面的解释应该是相同的吧。因就是必须嘛，那有什么理由不集中诉讼呢？你可以集中审理啊，这是民事诉讼啊，你可以集中审理啊，你可以每天开庭啊。请问你那十三个月里面，你总共开了几次庭？我这边没有详细的。那我请问你，庄院长，可不可以集中审理？什么审理？民事诉讼，你可不可以集中审理？有，他有集中审理。他集中审理，你跟我刚讲，十三个月总共开庭要开200多次啊，有开这么多次吗？没有那么多次。都没有那么多次嘛，因为他表面一申请，你就立刻一回避的规定开始启动嘛。那我现在问你，你这台南地院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教导以后的当事人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拖延诉讼？还是跟我讲说啊，没有特例啦，我们台南地院的法官跟检察官怎么会是夫妻？我不知道。是这样吗？那你我还要请教司法院啊，你教我们
立法院如何定一条法条，让你们愿意遵守选举罢免法的规定？还是厅长你要回答，不然厅长坐站在旁边站那么久。厅长，你是我学长啊，你跟我讲一条路好不好？报告委员，那委员在选举罢免法127条这边定的，他是说因相关的情形如何？那因为民事诉讼法里面，如同刚才委员所指教的，在有关回避这边的规定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法院应停止诉讼程序。那现在就是在两个这样子的权衡冲突之下，那当然如同刚才庄院长所提到的这个情形，就是说在这个个案里面，当事人他一直以相关的事由的部分申请法官回避。那申请法官回避的部分来讲的话，以受理这个案子的法官，他在除非如同刚才庄院长所说的一妄即知，那显然是严制诉讼。不是，那厅长，如果照你这个讲法，你就是在教导将来的这个当选无效的当事人如何拖延诉讼嘛？我先来告一个法官的家属，然后我再以这个理由申请回避，所以照你们的讲法，这个都不是一望可知。所以我今天先告法官的太太，明天告法官的爸，下一次告法官的爸爸，下一次告法官的妈妈，我每一次都跟你申请回避。所以我跟你讲哦，不要在那边找歪理，我只讲一个问题了，请你告诉我。立法者他就是希望这样子的诉讼要在短期之间终结，短期之间做一个审理的结果。你教立法院，立法院比较不懂法律啦，你教立法院如果立一个法律，司法院愿意遵守好不好？报告委员，我想在每个法官在陈审案件的时候都是依据法律的规定来做处理。就委员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那为什么老是拿一训示规定？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诉讼法、啊，这边不是民事诉讼法，你们要讨论说这样职务审判其实有效无效，那才是训示规定、强制规定的意思嘛。我是在跟你讲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你职务的这个歧视啊，那你们后来管考怎么处理？拍拍手，做得很好，法律规定6个月审结，就13个月审结没有关系。报告委员，在司法院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有针对选举诉讼的部分，有没有在6个月审决之内，我们有做相关的每个月。那你跟我讲这件事情后来怎么处理？那这个的部分来讲，因为后来是台南地院这边有判，那在有关个案上面这部分，那我们尊重个案程序的进行。我跟你讲啦，刚刚黄国昌讲说立法院法，他是法律专家，立法院法律专家很多啦，光是立法院有律师执照的10几个。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讲说，如果你们立法院对于本院，如果你们司法院对于本院立的法律是这样的态度，法律仅供你们参考，法律的规定你们可以找其他规定来推翻。那我不知道我们立法院的所谓的立法权的意义在哪里？立法了之后给法院遵，给了司法院法律之后，司法院要不要适用这法律，自己高兴自己怎么解释就对了啦。啊，报告委员，那你跟我讲一条路嘛，我现在就是要问你这条路。你讲，我们是我们立法院来改啊，改成你们非得要强制接受这样的规定啊，不然你就要集中审理嘛。你们事实上也没有集中审理啊。现在高院这个案子上诉在高等法院，有集中审理吗？也没有集中审理啊。现在从上诉到现在又快6个月了。报告委员，就具体的个案上面来讲的话，司法院的态度是尊重各法院在案件的进行。所以尊重各法院案件进行，然后不用尊重立法院的立法。就委员你所提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司法院承办的法官也会尊重相关的规定。那没有尊重规定的怎么处理？以司法院的行政管考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每个月都有预6个月这边审计那个有关选举诉讼预6个月这边。你其实只有一条路啦，就是我刚刚讲的法官法的第30条送评鉴。他们只有这样子，他们才有担心呐、啊。不然每一个好大、啊、出来开记者会，法律的规定呢，我们参考就好了，我们不一定要遵守啊。好，谢谢。司法院要记住一下哈、啊，台南高分院的速度哈、啊。好，接下来我们请余婉如委员，余委员请。主席，各位先进早哈，先请法务部的谢次长上台。哎，次长请。
委员长。市长早哈。针对这个103年金重数字第十八号案，就是本席日前揭露的保德双赢诈骗这个案子，根据一审的判决书，这个诈骗的总金额大概高达一百二十一亿，然后这个主嫌之一曾昭龙弃保潜逃，我想先问次长，就说结果如果你是主嫌，如果说你这个留在台湾你不逃，可能要面对10年的这种牢狱。如果说你这个逃了之后，在海外有几十亿供你使用，你会选择逃还是不逃？我想这个是，我想是每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判断。这代表说你没有尝试喽？要不要主席？要不要本席帮你选择？一定就是逃嘛，对不对？好。因为他就是诈骗犯啊，他就诈骗，他是惯常诈骗犯嘛，海外有10几亿他就逃嘛，他怕你什么？那问题是说，当他在跟这个检察官申请拒保拒保的时候其实检察官应该是可以就是拒绝的嘛，对不对？因为依照这个案例，照理来讲是可以直接拒绝啦，然后可是根本就不用送这个法官来裁定嘛，是这样子嘛，好，那我现在要问一下次长，就说本席在这个礼拜天揭露这个案子，结果法务部的陈次长陈明堂陈次长今天没来，他回应说当初是法官裁定让曾昭龙交保，并非法务部重放人犯，因为本席当天的记者会强调是法务部重犯人犯。好，那我现在就要问这个次长，就说这个诈骗集团在当初被破获的时候，这个主嫌就向检方坦承在海外的账户还有十几亿。主嫌103年初被逮的时候，至今已经2年多了，我想问一下，现在目前主嫌的海外账户有多少个，各有多少钱？那次长你知不知道？哦，像这个具体案件可能真的好，没关系。法务部有没有冻结？有没有查扣？没入了没有？反正次长你不知道，我跟你讲，没有，2年多没有了。这不是法务部的重放人犯是什么？我再问第二个问题，好，根据我这个手拿板，大家看一下就说这个调查局的洗钱防治处查获了，除了主嫌之外，其实还有上手。这个上手呢，有徐正伦、李蔚慈、吴正南、周春香等4人。除了周春香因为另外一桩同样的诈骗案件刚好被逮之外，其他3个人逍遥法外。那我要请次长告诉本席，就说那目前这些上手有没有被起诉？我告诉次长，没有。那这个结果是调查局无能呢，还是检察官无能，还是检察官失职？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个具体案件检察官这边呢、他会看这个情形啦、这个在市政过的话应该可以提起公诉。那我不晓得这个具体案件的详细情形。这不是检察官重放是什么？我现在都是问你常识的问题呀、因为本席不是法律背景嘛，常识问题嘛，你都不能判断。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没有检察官的重放的话，这个周春香他也不可能继续去就是诈欺其他民众啦。所以这是你们的疏失。那另外我想请一下这个司法院的张副秘书长。副秘书长，请。一起，好，一起。委员好。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好。那一样也是问你刚刚第一个问题。你如果留在台湾，可能面对10年的牢狱是主嫌，可是，在海外有10几亿，你逃或不逃？你要不要逃？我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不知道怎么回答委员的问题。你们都不敢回答，你也没有比较高干，该表态就表态啊！你们怎么回事？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个证据，就说好。根据台北地方法院103年11月21日刑事的裁定书，这里面白纸黑字写着，经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同意，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经
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同意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好，那看到这个新闻的反应，大家都是什么？就说通常我们看到新闻这个反应都是说，法官裁定某某主嫌以多少钱交保，检察官不服，出来抗就起来抗告。好，可是在这边这个写的真的很奇怪哈，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法务部次长哈，就说知不知道法官为什么要这样写？为何要写检察官同意交保？哦，那次长就是法务部的陈明堂陈次长，哦，他说是法官裁定让曾昭荣交保的，并非法务部重犯人犯。那为什么法官还要特别在这边写是检察官同意交保？我想这个可能是羁押中的被告，那交保会征询检察官的意见。如果是这样，因为这个详细的具体案件，我们在法务部呢，事实上是不知道，不管他在那个进行中这个情况。请问一下副秘书长，你知道吗？为什么？当然我们是从这样子的一个裁定书的内容来推论说，这个案子是在侦查中。那因为是在侦查中，然后要交保，那会不会影响到侦查的进行？所以呢，法官会交代说，因为检察官同意了，换句话说呢，是不会影响到侦查的进行了，所以才同意给他交保。是，好，那我讲一下正确的说法，好，是说这个案子在交保的时候，好，还在侦查阶段，还未起诉。那所以说，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法官是不清楚的。最清楚的是检察官，是检察官哈。那所以说，当主嫌曾昭荣向检察官申请这种拒保停止羁押的时候，检察官本于权责，照理说是应该可以直接驳回。可是案子荒谬的地方就在于说，他让他100万交保，可是他明明是121亿的诈欺的金额，这个不成比例哦。好，好，那重点来了，好。那这个部分哈，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案子里面，法官就是检察官提出申请嘛，法官可不可以驳回？如果检察官申请了，那法官是可以驳回的。好，答案就在这边了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7条第四项，侦查中的，好，经检察官申请撤销羁押者，法院应撤销羁押，检察官得于申请时先行释放被告，法官根本没有权驳回。好，所以说这是陈次长，好，对着媒体说，是法官裁定让曾昭荣交保，并非法务部重犯人犯。那意思就是说本席讲错了，那法务部是不是应该要跟本席道个歉？是不是？法务部是不是应该也要跟司法院道个歉？法务部是不是也应该要跟这些受害者道歉？因为你们就是重犯人犯嘛。好，在这里本席非常痛心，就是说在这个案件里面，本席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揭露这件事情，告诉法务部，结果陈次长竟然当着媒体公然说谎，把白的说成黑的，你们真的是法务部吗？你们根本就是法棍部。好，希望你们能够公开道歉，谢谢两位。好，接下来不好意思，我还有点时间，请一下这个高执行秘书，就是退辅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高执行秘书，来，退辅会高秘书来。好，是高秘书好哈，就是我看了一下资料哈，到今年2月底，退辅基金的投资金额大概5439亿元，自行运用占了60%，其中投资国内股市是占842亿元哈，约占自行运用的15.48%。退辅基金还有多少额度可以投资股市？有关退辅基金这个投资的部分，因为他们是分批。在做投资的哈，那个我是问你还有多少额度嘛？我管你是不是分批，你要分批 OK 啊？是多少额度？可能是管理会他们对那个数字是比较
具体了解了。我不是就是请管理委员会的高执行秘书，你是吗？是，我是监理委员会。监理委员会，哎、欸哦，是。好，那那个不好意思，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那是不是请这个管理委员会是今天有代表吗？有，财务主任。蔡凤君，哦，蔡副主任来。蔡副主任好，是，嘿，谢谢，谢谢高执行秘书，谢谢。那蔡副主任好，那我刚刚询问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请蔡副主任回答？报告委员，大概还有500亿。500亿，好，好。那我看了一下退辅基金的操作，哈，是以稳健为优先考量，哈。可是我看了一下国际股市现在波动是比较大的幅度，哈。那你们是不是有考虑要调整这个投资的规模跟比重的策略，好，来这个就是可能对国内的股市多来这个投资？有。也有考虑嘛，很好哈，因为这个波动真的很大，我非常担心哈。对，我赞成委员的这想法。是，那另外就说，我非常关注的是一个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哈。是。好，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有很多的基金都开始思考这件事情，就是看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哈，跟这个量化的指标。那我不知道退辅基金会不会开始考虑采用？有，我们已经采用，因为那个已经采用了。因为对对对，因为我们对于所有国内委托的这些投信公司来申请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他。把社会责任投资加到他的这个投资组合的思考的模式里面。好，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政府基金哈、委外操作是近年来的策略嘛哈、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就是前两个月退辅基金整体收益率是-0.45%哈、其中自行操作部分报酬率是0.48%，委托专业机构操作部分却亏损-1.88%。就这样的成绩而言，当然是。就是退辅基金团队是值得鼓励的哈，但是这个检视这个委外操作的绩效似乎有缓涨抗跌的现象哈，那基金管理单位对这样的绩效有没有满意？所以我们不满意，所以我们最近有把绩效不好的我们收回，有收回吗？最近对收回，然后借期如果绩效不好也都收回。好，那谢谢副主委，好，谢谢。谢谢接下来啊，我本委员会的召委卢秀燕卢委员咨询，卢委员请。主席，因为时间的关系，担心上上下下影响时间哈，我要请几位首长上台，我请主计长上台，我请监察院的秘书长上台，我请国安会的秘书长上台，请总统府副秘书长，请人事总处的副人事长，请这几位谢谢。点到名的，请上台好不好？卢委员好。哦，不必行礼了，直接就请上台哈。主席长，本来以为中经院发布今年的 GDP 是最低的，1.4几哈，1.3几，结果呢，昨天台经院又发布了哈，说今年我们的这个2016的 GDP 是1.2几啊，那你们上次发布的是今年会达到是1.47，不管怎么样都是低。那不过昨天台经院发布的今年的 GDP 呢，是所有研究机构里面最低的，那表示又在下看。你们明天要做例行性的发布，那你们对于你们上次发布的1.47，继续维持有信心吗？还是你们觉得会继续再下修？那台湾的经济情况的这个恶化情形是不是更严重？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小型开放经济体，所以我们的出口事实上受国际影响很大。好，那现在是全球的景气确实是不太好。那我们明天发布的是第一季的概估统计啊。那第一季的出口的状况，整个是627亿美元，确实比我们二月预测的，少了18亿美元，所以整个出口情况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出口的部分确实是会压低我们的第一季的经济成长，但是那个民间消费的部分，有关的数据看起来是略好。所以我们会精算结果，明天早上会发布，第一季的那个统计的结果。但是，整体平均下来的话，如果你少了18亿美元，那虽然这个消费稍略好，但是不足以 cover 这18亿美元。也因此呢，你二月份所发布的这1.47，明天如果整个平均下的话，会再下修，对不对？跟委员报告，明天是公布第一季的概估统计结果，对，那但是你各季的话会反映在你全年的当做基础嘛，对不对？是。所以如果要反映在全的话，那你这1.47就不准了，还在下修，不是吗？
我们五月底会根据第一季的那个统计初步统计结果，以及最新的国内外情势，我们会更新预测的结果。不过就是表示说你们现在第一季所出口的情形，比你在估这个一点四七的时候还要差，对不对？这个基础还要再差吗？出口比预期差，民间消费略好，这样子。好，那辛苦了哈，要加油，因为这个情况越来越险峻哈，那要加油。你请回。谢谢。我接下来我请教这个监察院秘书长，我们请。秘书长，这个翁启慧昨天有坦诚说他有一笔钱放在张念慈那边，那但是他不知道张念慈投资什么。那张念慈后来告诉他，因为立法院在追查这个事情，就说有投要再投资回耗鼎啊，所以换句话说，翁院长自己也是耗鼎的这个投资人哈。那我想请问一下，翁院长放了一笔钱在张念慈这边，请问有做财产申报吗？报委员哦，那个院长的那个财产申报，我们正在查核当中。那过去他申报几次，我们都有查核。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比对那个两个年度，比如说101年、102年、102、103年这样的一个。那有看到这笔吗？因为这笔已经十天了，他从上次在教育委员会第一次，那这个曾明忠委员问他是不是还有钱在别地方，他承认，昨天正式承认。那所以你们查了十天还查不清楚吗？因为这不涉及司法侦办公不公开问题，这是公务人员财产申报要依法公开。所以请问张院长放在张念慈那边，因为我昨天听到教育委员会在质询他，他也回避。请问 张院长放在张念慈那边是多少钱？你们监察院查了十天查出来没？有没有约谈他？报告委员，这我们监察院所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根据以往的他财产申报是没有查出有异常，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很大，所以我们最近在这个正式的，我刚才讲了两年之间的一个比对。那另外呢，有关于翁院长的这个事情，我们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已经正立案在调查当中。监察院立案调查是一回事，是，但是你们有申报单位吗？是。这个申报单位，你们有约谈他或去文给他说，请问这笔钱是多少钱吗？这个是因为过去的年度里面的财产申报，但是根据他的申报资料是没有查到异常。但是因为你乱讲一通，表示你们没有认真查。为什么？他自己昨天在教育委员会讲说，这笔钱放很多年了，所以不是今年申报。如果今年你还没有申报，我可以理解，因为今年106年还没到期。他在两次会议里面都承认是很多年前放在张念慈那边，时间久远他也不记得，就是到底投资什么。可是他昨天被迫承认，啊，这个钱是再转回靠顶。那换句话说，这笔钱放了很多年了，表示如果过去这几年他都申报不实啊，那你们为什么不认真查呢？哦，当然，如果说我们那个查他财产申报的时候，你们多久可以查？我现在就要问你，今天我问你，这是很多年前，你们没有尝试也要看报啊，要看电视啊。是，这个因为我们财产申报的查核是根据他申报财产来做查核。那现在有实质查核是我們，那如果根据他所承认的，他多年前放在张念慈那边多少钱？那他已经承认了。那请问多久之内你们可以了解这笔钱是多少钱？正在那个比对查核，我们三个月内。伊都无报，你边比对呀、啊？你听有我的问题不？伊无报啊。哎、欸，叫你边比对。原来你们这样子申报的查案是这样子查法，所以公务人员都可以不报，可以乱报或者不报。因为你怎么比对呢？因为他那个钱哦，有的是在外国。那如果外国的钱，我们是没有权利。所以这是不是个漏洞？如果你钱放在国外就查不到。第二个，我想请教一下，他如果申报不实，没有报的话，罚多少？哦，这个罚几倍？那要看他不实的金额的大小。譬如说，你念给我听啊。最高到100万。这多少？120万，120万。那所以要根据他这笔钱是多少来决定他的罚金嘛，对不 对？那所以你要搞得清楚他放多少钱，因为昨天委员问他，他不肯透露啊。那你应该了解，因为要申报啊，这是要公开申报的事情啊。查核的过程里面需要当事人来。先你们三天好不好？因为
从上一次教育委员会他承认到昨天再次承认，十天你们都查不出来，限你们三天之内查出来，好不好？我们会尽力去把它 查个清楚了。如果你们没有话，今天你们的决算不要过，哦，你们决算不要过。好，你如果没有承诺，你今天就说，不然你这个监察院给你们预算做什么呢？给你们成立申报单位做什么呢？没有办法好好的执行嘛。好，接下来我请问一下，你请回，谢谢，三天之内提供资料，哈，了解这个情形。第二个，我请教一下那个国安会秘书长哈，因为这次的日本绑架勒索台湾的这个渔船，大家很讶异，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台日关系蛮友好的。第二个，我们也签订了台日渔业协定，那签了台日渔业协定呢，结果我们还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同仁很用功，特别调出来看，台日渔业协定既然有签，为什么我们的渔民还会被扣押被罚款啊？为什么会有情形？原来我们的台日渔业协定啊，签的范围非常的小，我指给各位看，就这样子。红的那一小块在台湾钓鱼台旁边一点点，是我们台日渔业协定的范围。结果这次我们渔民被扣押的地点在哪里？中间那整个地方哈，谢谢主席哈，这是我们台日渔业协定签地方，只有这一块，上下都没有，左右也没有。那这次发生地方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大家共同渔权、共同的经济海域，所以我们过去都错觉以为我们台日关系很好，我们签了台日渔业协定，我们的渔民有保障，结果根本就在这边，就在自己家门口打鱼，超过了自己家门口，上下这边通通没有。所以当然你渔民出了这个范围，日本都可以宣称啊，这是他的经济海域，他可以扣押我们的渔船。那也因此呢，这次发生这个情形，我们的总统府、国安会、我们相关单位渔业署束手无策，事后去护渔，全都被扣押了，护什么渔啊？所以我要问一下国安会，问一下总统府，请问为什么当初签的时候只签这一小块？今天要不是我们调出图来看，我们还不晓得我们台日渔业协定签这么小一块，那这边要怎么办？这边要怎么办？啊，这个地方要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其实我们签的这个台日渔业协定是一个很自我感觉良好，那范围太小，其实就在我们自家门口在打鱼而已，请答复。是委员好，那个有关于台日渔业协定的签署的单位，在我们行政体系来讲应该是以农委会为主，那至于当时如果说是签署的台日渔业协定的范围不如大家所预期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当时台日之间在捕鱼的这一部分来讲所产生的相关的态度，其实它还是一个突破，那这一点的成就是不可以抹煞的。那至于说在公海地区捕鱼，当然政府要保障我们渔民的捕鱼权益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在这个冲之鸟礁公海地区我国渔船被日本人扣押，被日本的公务船扣押，从总统开始、院长开始，一直到我们所有的政府行政单位都非常的重视，而且积极的采取了相关的作为，包括外交部有向日方实施抗议，包括现在目前海巡署正在规划前往护渔的。因为你签的太小了，所以你必须去抗议。那你们觉得说这个外交突破，这是自我感觉良好，跟我们的这个民众的要求跟我们自己国家主权的维护差太多，为什么？我讲给你听啊，你不要说到这边，连在恒春、台东、台南，这个台东花莲这边，我们家的门口、花莲的门口、台东的门口，我要打鱼，通通不在台湾的台日渔业协定范围之内。第二个，你这个动迁会陷入一个泥淖，什么样的泥淖？因为你签了，表示只有这个地方是合法的。那今天我问你，
如果我们的渔民，台东的渔民出海到他台东的门口来，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成我们跟日本之间，我们同意日本所讲的，这不在台日渔业协定范围之内，所以这边也是有争议的。我们自己承认我们合法范围只有这些，不签没关系，我们大家都说大家有争议通通是我的，你先签了以后变成我们合法只有这一块，其他通通不算，是不是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所以啊，这个事情要赶快解决，要赶快解决哈。那否则的话，我们渔民出了海，从花莲出海，从台东出海，从高雄出海，在自家门口打鱼，通通也都是违法的哈。这个东西要那个，最后一分钟，那个总统府这个副秘书长，你们我们立法院的助理都很用功。我用我这边打扰一下哈，我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再特别跟您报告。台日渔电协定签署的范围虽然在委员的图上面来讲是不大的地方，但是不代表说渔业协定之外就是我们渔民不能去打鱼的地方，这点认知我们可能要再澄清。以上，谢谢。希望哈，我已经提醒你们了，希望不要再发生事情哈。今天这样讲起来的话，今天这个地方通通变成不在台日渔业协定的范围很大啊，那这个东西要那个哈。接下来我要问一下这个总统府副秘书长，我们这个立法院的助理都很用功，他们说你们有一笔呀38000块的这个电话保证金，4年要不回来，我们怎么给你决算呢？就说你们有一笔总统府过去用的电话门号，那已经不再使用，所以你们自己的文书表示说要拿回这回保证金，但是中华电信回复说已经超过4年了，年代久远，情况复杂，所以呢就是这将近38000的这个电话保证金不退回。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才选举完，我们选举设总部有设临时电话，也有设保证金，选完我就跟他要回来了，结果你们总统府去跟中华电信要一个38000的电话保证金要不回来。其实我们更怀疑的是不是年代久远啊，因为以中华电信它这个电脑化作业电子作业已经10几年了，那不可能4年要不回来。他说情况复杂，请问是这什么电话情况复杂？我想最主要可能是因为自92年开始啊，我们这个承办人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可能有所不周延的地方，使得当时并没有取得押金收据，所以在后续处理没有取得押金收据，但是账上有，但是没有收据。对，所以我们现在会持续的在跟中华电信那边持续来协商这件事情。以上。那中华那要了4年，中华电信那边也没账吗？两边一边是国营事业办国营事业，一边是总统府，就两边都是一笔烂账，大家都哈很重视预算，不重视决算。所以我们招委很重要，为什么排这个决算？是因为钱花了就算了。这里虽然我们一方面会勿以事小而不为啊。是，那你虽然是38000，如果你总统府38000跟国家的办公营事业大家都是一笔烂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再大的钱呢，就两边都没账，两边也都没收据，然后但是有积累一笔38000，这是什么样的糊涂账呢？所以虽然很小，其实你们有更大的账，但是我拿这么小的案例来说明，我们国家很多的账恐怕都是一团烂账。是，完全同意委员的意见。那你们多久可以要回来呢？我们会持续的再请同仁跟中华电信再。那你今天要怎么决算呢？因为是92年开始啊，所以这个事情实在是已经隔了相当的久远，我们还会持续努力。是。好。监察院秘书长待会告诉我一下你们翁启慧的那个申报的情形啊，那笔钱是多少钱，什么时候会，3天内有没有办法答复，我们再决定你们待会要不要决算，谢谢。好，监察院赶快问清楚哦，3天内能不能做到，不能做到今天决算是不会过的哈。这个我们支持我们本院委员的讲法哈。好，接下来我们请赖世宝赖委请。谢谢主席啊，主席各位先进，我们先请一下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行政院研考会的秘书长，是不是？好，点到了，我们三位请上台来，请。
来，三位长官请教一下哈，这个现在距离520已经不到一个月了哈，那交接进度如何啊？那总统，我要不要先讲一下，现在交接到什么程度啊？新旧政府交接的情况跟我们讲。属于总统府的部分，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简报的资料，大概在三个礼拜，应该是上个月，我们跟那个交接窗口刘建新副秘书长这个交换过意见以后，我们大概在上个月，应该是应该快四个礼拜前交由民进党中央党部。那么由于当时他们觉得需要点时间处理，因为那个时候的秘书长人选还没有产生嘛。那昨天这个林钊燮新任的总统府副秘书长人选产生以后，他昨天已经跟曾秘书长做了一个当面的一个沟通。那么预计大概在林秘书长跟曾秘书长方便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会未来很快的密集安排我们相关的局处就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做简报，所以整个过程在总统的部分是非常的顺利。以上，你们大概预估什么时候完成交？所有的完成交接是什么？是所有的档案都交接，所有的亲测交接，还是什么重要事项交接？这到底交接哪些东西啦？外界想了解的啦。就是按照我们国家档案法按照公务人员交代条例所相关需要的这些，对所有需要的资讯，档案法。还有一个啊。过去这个2008年的时候啊，这个陈水扁的政权交给马英九政权，不是有一个东西吗？不，他有一个所谓交接的指导的一个要点，有没有？对，交接要点，但是主要是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因为涉及到机密文件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档案法，另外一个就公务员交代条例。但是因为分三个部分，一个属于总统府职权部分，另外属于行政院部分，另外属于这个国安会的部分。国安会，就总统府的部分，事实上相对是非常非常的。单纯了，所以大概人员主要是人员财产。好，大概什么时候可以交接完毕？你们我想在跟两个礼拜秘书长应该可以，两个礼拜就是跟新任的秘书长做完简报以后应该。好，那个请国安会的长官来。跟委员报告，目前这个我们请国安会的长官，国安会，国安，我国语还算标准了。委员好，我是国安会的副秘书长。赵副秘是。现在交接怎么样？国安会，我们国安会与这个接任政府这个交接小组这一方面的这个交接工作，其实在这一次的2月19号，我们大家开完会之后，虽然以3月份来讲，我们就跟这个对方的这个接任政府的这个国安会的这个负责这个对口的交接人员，在3月份就见过3次的。持续的沟通跟持续的资料的移转的工作，在这一部分来讲，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的顺利的。我们原则上只要是对方提出的需求，我们都予以提供。然后呢，如果说对方有在资料上面还有不清楚的，我们也会在口头方面予以说明清楚。因为国安会的资料是非常的多，我们的档案总共加起来大概有10几万件。因此我们为了要把这个整个档案能够做适当的整理，让接任政府能够非常的清楚国安会的有关于国防外交两岸以及国家重大变故相关具有重大且具有经验传承的这些的案件，我们特别在去年我们5月份的时候通过了一个我们自己本身国安会议里面的一个交接的工作计划，依据这个工作计划，我们在每一个案子当中，我们经过审慎的评估跟筛选之后，我们把它整理为一案，作为一页或者多，这个东西要说明非常多的，我们就变成2页的方式，把它汇整成册。这一部分来讲，我们大概都已经在汇整了大概100多个案，只待那个接任政府的交接小组。如果有需要，同时他们这个已经交过去没有？已经交给新政府没有？还没有，因为这是具有机密的等级的问题。当他们具有机密等级身份之后，需要了我们就直接就提供。不是需要，你要给人家，你不能。如果说他需要知道，那我们也可以非常乐意的来向他做简报。这一点来讲，双方面都达成共识。经委所以就你自己认为已经全部交接完毕了？我们现在目前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已经准备完毕了，但是还没有交出去。在现在目前来讲，对方也在消化我们之前给他的这些的资料。差不多2个礼拜可以交接完毕，应该差不多。如果要交接，我们随时都可以交接， okay. 这个没有问题。好，请那个行政院的长官，严考委的长官。
那个研考会已经跟国发就是并入国发会了，所以我是国发会的副主委。是。那目前那个行政院的交接业务基本上是由院来负责，就是由副院长这个领军。那其实就我了解哦，其实他有责成我们各部会要把我们现行的一些，你先回答我一个，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全部交接完毕？基本上就是说，应该是说现在所有部会的交接的资料都已经送给这个新政府。那目前五月是进入各部会各自的深度交接，那各部会深度交接的形式就由各部会自行来这个决定。我是说，请三位长官来把它讲清楚啊，其实就知道很清楚了。我只要阐述一个事实，让各位知道，所谓的总统交接条例。现在没有过啊，人家就交接了，谁有谁啊？因为原来就有一个相关的法规嘛，档案法已经有了嘛，公务员的交代条例有了嘛，然后呢，原来又有一个2008年定了一个叫做什么叫总统交接要点嘛，就根据这边已经都在做了嘛，所以清清楚楚看得到当初的总统交接条例要立法，要法制化，要把它明文化。大家是可以，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都没有那么的急。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当初的绿营提出来这个条款是一个政治条款，一个斗争条款而已嘛，就很清楚看得到。阿鲁伯，就也没马博鬼啊，啊，搞到一个后水有水啊，就交的后水有水啊。事实证明一切嘛，现在已经距离五二零不到一个月了嘛，是不是？啊，交接没有，都交接的差不多了嘛。哦，我想主要来阐述这个事项的事实啦。就是说，我们立法委员大家真的来这里啊，来这里大家也是有幸来这里啦。就大家做一点真的要能够对自己有交代的啦。这个交接条例啊，真的是只有一个叫做什么东西，叫政治的打压现任总统啊，要扩权新任总统的条款而已啦。真的还好，这个现在进度缓慢下来了哈。另外，我再请教一下两位请回好了，请教一下秘书。我们的要高务秘，要赵务秘的赵务秘，赵务秘，因为你长得很高，也姓高。这个日本只跟他抗议这个船的问题啊，我们有没有进比较强硬的动作？没有。现在抗议人家不理你啊，实力不如人啊，而且现在马上接任的新政府，到现在为止哑口无声啊，绿营一句话都不敢讲啊，因为碰到日本就矮了一大截啊。其实。这个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应该还是以友善为主啊。那虽然我们会发生一些零星的有关于相关在执法上面的一些的问题，但这一部分来讲，其实政府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应该必须要考量到全班。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维持于我们海巡署要出去啦。对。海巡署要出去了，必要的时候军舰也要出去了。委员您放心，现在目前除了外交部正在海巡署出去了吧？海巡署的舰出去了吧？对不对？日方做抗议之外，海巡署现在目前已经在开始做完计划。有没有考虑军舰出去？我们就按照政府一再的立场，就是海巡艇移民，必要的时候就出去了啦啊、哦！不要让人家感觉这个绿的政府已经软弱了，蓝色的政府不能软弱了，哎。好，我们下一位请那个你请回，请那个沈机长好吗？哎，好，沈机长，你的报告里面有一篇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第六页这个地方啊，民国99年到103年度，我国公共治理总指标比较分析表，从99年到103年，面向的总分。最后的103年是4.94，就一路往下滑。你看，法制化的程度也往下滑，政府效能也往下来。下滑最多的是政府的回应力以及透明化的程度，就一路往下滑。这个监察院，你们这里啊，这个审计长这一部分啊，你写的这个东西啊，写的太简单。这么好的一个资料，我觉得你这里面你要告诉我们什么讯息，要不要讲一下？是的，这个是因为在整个政府书政绩效这边，除了说有行政院来做这个绩效管理以外呢，那么原来的这个研考会，它有委托台湾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所以这个是也是官方研究来对整个这个公共治理。
当然这个研究的目的还是朝着说怎么样来督促这个政府往良善治理的方向来走，所以这里面看起来总的是往下，但是其实在个别项目里面也有一些往上提升的，不过整体来讲还有一路都往下了，看起来都这个样子了，是对不对？连我们法治化的程度也都往下，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这个政府、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大家就还是都比较政治化一个。当然，这里边我们也了解它的这个评分有主观跟客观，就是有部分是量化，有部分是这委员里面的一些比较主观的一个评分呐。那么在也是一个在政府怎么样在自我要求来。最后一个，我能不能请教一下司法院的长官可以来一下吗？司法院的长官。谁代表能够来讲？啊，可以可以。赖委员好。副秘好啊，这个司法院你们主要是判决，其实外界对于很多的判决大家都很不满意，就说所谓的恐龙法官，你们常常背这样子的一个骂名啊。这一部分呢、你觉得让我们的陪审或者参审制度进来，有人民的意见进来，会不会好一点？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期待推动这样子的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然后能够弥平这个法官跟民众之间的这个认知上的一个落差。你们也承认现在法官很多判的结果跟人民期待有落差嘛，对不对？你们也看到了吧？社会上是这么样子。是啊，这个你们都没办法做什么事。法官很伟大，法官独立，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啊，对不对？法官独立，但是依据法律审判。所谓独立，不是独立在外太空了，他是独断。独立他的思考独立，但基本上来讲的话，还是要跟社会能够做某种程度的一个结合嘛，否则人民想东，他老是想西，这种东西落差太大，变对这个社会没有信心的了。这就是我们想要推动的原因。谢谢委员。好，下一位委员质询前啊，向委员会报告一下，我们是不是在林德福委员质询完后休息五分钟？因为接下来是王龙章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了哈。好，那我们现在请我们林德福委员质询，林委员请。主席，与会各列席，首长以及所有的官员哈，各位同仁，是不是第一位请熊富密？我们那个中东武的熊富密，然后第二位请那个监察院的副秘书长，然后第三位请那个副秘书长嘛哈，姓傅嘛。哦，副秘书长，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他是永远做副的，他。绝对是不改姓的、然后人事行政总处的张副人事长、人事长副人事长来请因为我有看过我不能随便乱讲来那个我请先请那个熊富密、熊富密因为、最近我们都知道中央研究院、是在我们这个总统府的辖下、那中央研究院组织法里面、只规定、就是院士的产生、就是只有任用但是却没有免职的机制，那请问熊富密，你认为赞不赞成去修法，将中央研究院这些院士啊，也应该有修免职的一个机制？您的看法呢？事实上，在昨天教育委员会有一个提案，对整个中央研究院的相关人士的这些相关规定啊，是不是应该有所检讨？那事实上，我们的秘书长郑秘书长今天下午已经要召集。府跟相关的行政部门就这个部分呢、会来做研议。那么委员所提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列入考虑的这个事项之一。因为你总不能只有任没有免，是对不对？而且只有好像，只有保障他，那没有免职的那种依循哈、这个没有那种规定，实在是等于是只有权，那没有另外一个去规范。我认为这个是有真的是。让社会大众比较不能接受。对，如果未来整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社会的舆论，整个社会的主流的民意，以及在院里头，因为昨天也有做成这样的一个提案决议呢，
我想我们府里头会邀请相关单位来把刚才委员所提议的内容，我们作为因为小虎米现在离520很近了哈，你不管这个未来能不能在这一任里面去修哈，但是你就不能修，你要交给下一任。对，当然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体制啊，是你不能说只有任没有免，哪有那回事，对不 对, 对？委员所建议的部分呢、啊，基于国家重大的体制啊，我想我们不论是即将卸任或者未来要将这个重大的这个议题列入移交，我想我们在府方这边我们会这个尽我们应该做的、这个。因为这一次中央研究院哈、哦，这个浩鼎的事件哈、哦，这个牵扯太大，是哦，这个最近啊哦，这个有很多民众啊，他们一直在提一句话，叫做哈、哦、这个。爸爸妹妹真伟大，所谓爸爸就是做院长，妹妹就是做总统，因为他们、哦、这个就是这个上面啊横批下面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敬意啊，就是赚了算亿以上，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稳赚，那个是在讽刺啊。这个讲实在话，我认为说像这些问题、哦、这个府方还是要去重视。那护密你就请回去好了，好不好？那我再继续来请那个监察院护秘书长、哦、那个护密我请教你、哦、那个因为、哦、监察院的统计从民国79年到104年、啊、违法收受累积亏损的这个企业包括政治现金的件数多达255件，财罚金额有4251万。那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也都有被处罚的这些例子、哦、那以这次立委选举来看，企业可以在105年出来捐款，但是公司是104年财报资料根本就还没有进入立法院、没有进入监察院查询的这个平台，所以说候选人、啊、就没有办法去查证、哦、那只能够请捐款者来窃结。讲实在话，请捐款者再窃结哦，这个实在是很尴尬、哦、那但是这样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困扰。那对于这个跨年度捐款查证的工作，那请监察院表示修法的建议方向，以减少候选人与捐款者就是很尴尬很困扰、哦、那个护秘你有什么看法？护秘书长，这是存在的问题哦。这个因为政治现金法主管机关不是检察院，我们是执行机关哈。那这一个委员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修法的时候有提出我们的意见。因为哈，我们有问过监察院啦、啊，是他说啊，你要那个捐赠者再立个窃结，哎，对，你说人家政治现金给你，你要人家立窃结书，哎，这真趣味呢。哎、欸，你说你要是一位候选人，你能够说，哎、欸，啊，你捐给我，你再立个窃结给我吗？对不对？对，这个是变成天大笑话、啊，这是务实现实的问题呀、啊。哦，这个其实不管男不管女，通通一样，都有面临到的问题。但是监察院，你们要想办法去把它做一个解套啊。是，因为这个是实务上碰到一个困难的问题哈、哦。对呀、啊，我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已经提出来，已经有列入修法了，好不好？这个短期里面一定要看到成果，这是当下的问题啊。是，因为我们已经向法律的主管机关已经提出这个意见，而且哦，你们还说啊，你要他写窃结书，是、欸。今天要是你候选人的话，人家捐钱给你，你要人家立窃结书给你，你说得出口吗？是，对不对？对，是。哦，好，谢谢。来，那你就请回去，我继续来请那个人。人事行政总处的张副人事长，哎，副人事长，请。那个张副人事长，因为许多机关哈、哦，因业务逐年的增加或预算大幅度的增加，受限组织员额，因此必须应用派遣的人力，那否则业务上没有办法顺利推动。那中央二级机关及所属机关派遣人力占职员预算员额的比例啊，甚至有高达50%到70%。哦、那对于社会这个案件频传啊、哦、这个社工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那多数地方政府的社工不在编制内，像新北市啊屏东县政府要求社工人员这个员额独立，
外挂于县府编制，让更多社工可以纳编。那对此，行政，这个人事行政总处，你有什么看法？是，谢谢委员指教。我想分两个部分说明。第一个就是派遣人力的部分，在劳动部订定相关的派遣劳工保护法草案完成立法前，行政院是指定总处跟劳动部还有公共工程委员会去共同来管理中央部会的派遣人员的禁用。那我们的原则上，我们定一个注意事项，原则上就是对他的人数做控管，从1999年的15000多人，现在已经降到8700多人。第二个就是禁用以后，我们要保障这些派遣劳工的权益。那至于说相对的派遣劳工的禁用是属于多元人力禁用的管道之一，那每一个机关会根据他的需求，他会编入预算来禁用这个部分。所以基本上我们对这些派遣劳工是做管控的，但是保障他的权益。那第二个就是刚刚委员所关心的相关的社工人力的禁用，我想这是在卫福部他们主管，我们有一个长期的社工人力的禁用一个计划，大概14年或15年，目前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有些县市政府，我们在最早初期的时候，我们是同意他，如果他的编制员额没有办法规范的话，那我们同意他以外挂的方式。这个我认为应该要检讨。对对，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也针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委员也关心的，我们已经跟卫福部去做一些研商，也跟这几个县市政府做一些研议。我目前基本上还是先请他就现有的部分去处理，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我们会跟卫福部协助他来处理。我是希望在最短期里面把这个问题这个，因为他确实整个社会上的需要但是你们用过去那种处理方式跟现实是有落差那我们希望说以务实面来让每一个县市政府在社工方面好好的能够把它纳编，好好的推动来解决很多社会上的问题。你请回好了。好，我请那个华务部谢次长好不好？哎，次长请。谢长士来。那个你一面讲，我一面，一面走我一面讲对于欠税大户追讨，目前大部分是由华务部行政执行署来进行追讨，但是华务部也依行政执行法第17条之一的规定来发布这个奖励检举的公告。但是外界所称的禁奢的条款，但本席发现这个检举公告中常常有没有欠税人的照片，或者是照片模糊黑白，民众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些欠税人的长相，那又怎么能够提供一些检举的情资？那请问法务部有没有这个为何没有欠税人的照片？为什么？我想在法务部这边他。我们执行署署长在这边他是不是呢？这个，因为在欠税大户这一部分，就有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个图像的这个，等于是说你完全没有照片啊，没有图像啊，那人家检举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处理啊。但是我想我们这一部分呢，我们这执行署还有执行分署呢，这一部分呢非常努力。那整个欠税的金额已经有很大的这个，那个不是跟金额有关啦、你没有图像，你转到哪里去的？来，你来做说明。委员好，那个有关奖励检举的公告上有义务人的这个图像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只要能够找得到图像，你内政部户政署户政系统去索取那个新的身份证那个照片，那个根本就不困难嘛，我们就会公告，那对不对？是，但是现在户政机关的那个照片通常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取的那个照片其实就是他申请那最新的最新的照片应该绝对有吧？最新的照片，对不对？其实户政机关不见得有，议政机关也不见得有，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取得的任何说法取得他的照片的，我们会公告，因为他积欠了很多的钱我们认为这个跟公益有关，所以我们就会公告他的照片，只要我们能取得那个。我是认为这个当下你们应该要去针对问题要去把它做解决嘛好不好？是，我们尽量的去做。事实上因为必须要公告的就是他已经逃掉了啦，那逃掉了我们其实很不容易找到他现在的照片，不过我们还是会透过各种方法，不管是媒体或者报纸或者其他的机关，我们去取得想办法好不好？最后一个题很简单这个
2015年哈2月，高雄大寮监狱发生震惊社会受刑人挟持人质的事件，满1周年了哦。那这个法务部说明，这一年来监狱超额收容的问题，以戒护管理改进作为。在这个监狱收容，简单扼要哈。监狱收容问题啊，在最先最早的我们就有了解了。那整个监狱的收容，它超额超16%，到目前呢、啊，现在已经降到10.95%。16降到10.95%是吧？降到10.95%，已经各个监狱呢都已经有这个。那、啊、管理上有没有去做一些？我想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在矫正署这边呢、啊、也做了一系列的演练，我们希望避免将来再能够发生这种事情。这样哈、哦，是，我是希望说这个部分哦，既然过去存在的问题，未来就是怎么去调，怎么去改，改得最好，好不好？好，你就是这个不管是戒护啦。这个关在牢狱里面也是要有一点点这个人权啊，不能说大家挤在一起产生很多的问题出来，那个也不对啊，对不对？好、哦、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5分钟后我们继续开会。
好，我们休息时间到，我们请各位官员请大家就坐，那并保持我们会场的秩序。好，请赶快就坐啊。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请王龙章委员质询。王委员，请。啊，对，我就音枪来。主席，麻烦我请我们立法院王副秘书长。来，副秘书长，请。委员好。哎，副秘书长，我想我们刮别人胡子之前应该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所以有几个问题我想要请教您。我想我们立法院预算中心对于各部会的预算都有做很多的分析，那然后提供很多 的意见，那然后也提供了在一年来里面也提供委员问政很多 的资料跟参考的管道。那请问就是说在我们的预算中心为什么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对立法院的预算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就是说分析跟研究？报告委员，因为我们院本身自己有设一个境外稽核委员会，他在会期中每个月都有开一次例行性的会议，那院里面一些预算的执行还有一些行政的事项在委员会都 有处理了。我知道那是就是说我们内部的嘛，那所以就是说但是立法院的预算应该不是不能够讨论或者是说不能够做删减，对不对？是。所以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经费稽核委员会然后就是说讲好就好了，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的话你就要问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可以过去有我们的预算中心不是一开始就不对立法院的预算做相关的就是说分析跟研究，那这一个部分的话从明年度开始我们是不是能够恢复对明年度的预算等等就是说开始我们恢复对立法院的预算，请我们的预算中心也应该本乎职权职责然后来做相关的研究跟分析，你的看法怎么样？是，如果我们院自己本身的预算如果有检讨的必要，我们会请我们预算中心也来做检讨。好，我想这里面事实上我想在立法院的就是说预算的执行，我们的经费的执行上面也是有不是通通都没有问题的，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我们今年曾经爆发出就是说重大的弊案，就是100年到104年里面王远科技在我们林锡山前秘书长等人的协助之下我们标到了立法院资讯处33件的采购案，那只是我们立院资讯处的承办人员然后配合王远所提的服务建议书替王远量身打造这样子的投标案，那这个案子目前正在就是说审理当中，所以对立法院的相关的经费预算等等的就是说执行事实上我们也应该要接受严格的监督那这实际上也是立法委员的权责之一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的秘书处这一边的话也能够来做相关的配合，那我再进一步的请教在立法院我们目前的医务室我们医务室里面我们相关的药品的采购就是说的药品跟细目在我们预算书上面是看不到的，请问为什么？
这个在我们医务室它本身有一笔钱，那这个是长期累积，从很久就有累积一笔基金哈。那我们有一些药品的采购就先由基金里面支，然后有一些药品的收入之后再回归到基金。所以就是说我们在预算里面是不需要名列吗？是因为它是代收代付，所以没有显现在。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在我们医务室的医疗要点第五点，好，在这里面就都表示就诊人诊疗后应该按规定缴付药品成本费，好，使得领取药品牙科于施诊后核实付费。好，是。那所以我要问，就是说副秘书长，如果这个部分的话，使用者哈，就是立法院的职员工等等，就是说可以到我们的医务室看诊的人，就是说如果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药品相关的，就是说价格，好，还有就是说我们用哪一些的，就是说的药品，那我们怎么知道成本费是多少？就是我们医务室定了就定了，是这样子吗？他说多少，然后就照价付费。我这里面没有要减免，好，没有说委员啊或我们的员工，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各个单位里面不一样，监察院跟总统府等等。我们现在针对立法院的这一个部分，好，它的成本费是怎么定出来的？因为我们药品有一定的采购价格，我们是按照对，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公开？这个是不是应该公开？是。好，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采购了什么样子的药品，好，它的品名，好，是哪一家厂牌的，好，外界可能也在怀疑立法院的医务室用的药是不是特别好，好，那或者就是说看不好的人觉得，就是说用的药不够好，好，或者是说立法院通通都买原厂药，都吃原厂药，然后不用就是说学名药，还有我们的药价有没有药价差？跟就是说一般的医院等等，就是说采购来讲的话，是不是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所有采购的药品，好，它的品名，然后数量、厂牌跟就是说价格，是不是可以公开？本席跟其他的委员曾经跟我们调过，我们都要不到。副秘书长，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可以公开？这我们研究如果是可以公开，我们愿意公开。对不起，我听不太清楚。如果怎么样子？对不起，现场大家声音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研究一下，如果研究一下是如果可以公开，我们一定公开。好，那是不是请你告诉本席不能公开的原因跟考量可能有哪些？因为我现在粗浅是认为是可以公开了。那因为我们还是要再研究一下规定上面是不是有特别的规定，如果没有特别规定，我们愿意公开。会有什么样子的特别规定？因为我目前为止，因为我们之前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啊，之前没有公开过。如果说可以公开，我们一定会公开。好，多久可以做出决定？一个星期之内。一个星期以内。是。所以一个星期以内，麻烦你告诉本席，是一个星期以内我们研究可不可以公开，还是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就可以公开？如果一个星期以内研究可以公开，因为我们的药品数量项目不是很多，如果可以公开，一定会在很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公开。所以在一个礼拜里面，如果可以，如果不可以公开，请就是说答复本席这我们办公室，好，告诉我不能够的原因跟理由，是好，跟本委员会做报告。是。如果可以公开的话，是不是请副秘书长就诺？在这个部分的话，就同时公开。好的，好的。我刚刚讲的很具体吧？是。好，就说具体的内容跟要求，好不好？是。好，谢谢。那主席麻烦接下来，我想要请我们全序部的代表，还有我们考试院李秘书长，还有我们全序部涂常务次长。好。王委员好，王委员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的退辅基金的这个部分事实上面临了很大的债务危机啊，好，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说不足的情况，我想两位都会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考试院在去这几年里面的话，很希望能够做改革、做改变。好，那你直接请教两位，我们改革在去几年，在这一次的就是说改革失败，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请我们副秘书长，那秘书长先做回答，好不好？秘书长，委员好。李秘书长，这个退伍基金改革的问题，我想退伍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委现在有在场，可以请他来讲，比更清楚一点。好，尽快，好不好？请尽快上来。王委员好，王委员应该是询问的是有关年金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对对，年金制度的改革，其实全序部他在102年的时候也有把这个相关改革的法案，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改革未能成功，好，就我们里面来看，或者是我们考试院来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当时候沟通的时候，应该还有待一些加强，比如说，全序部是沟通不足，还是沟通的方式错误，还是对象错误，还是时机错误？我想都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全面，在沟通上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些检讨，包括宣导。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检讨出来，对不对？我们年金改革办公室在行政院都，就是说已经裁撤，好，那现在就是说都要改朝换代，好。就是说我们政权都要轮替了，那在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没有，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们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还要有待研究吗？没有，王委，因为我退伍基金是全序部的一部分，但就我的了解，那全序部其实在过去在102年推这个法案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做一个广为的宣传，不过因为王委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沟通的方式上，怎么样对公务人员能够再做一些细致性的，让他们了解整个改革法案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日后全序部可以再做加强的。我觉得这一个部分的话，事实上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就是说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啊？好，那刚刚我们秘书长，您是最了解的人，但是最了解的这个部分的话，了解的程度也不过如此，所以怪不得我们的改革会没有办法成功啊。好，谢谢。主席在那边哈，请所有会场包括我们练习的人员啊，请大家保持肃静啊，不要干扰到质询。接下来我们请徐国勇徐委员。啊，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是不是请国安会副秘书长？好，国安会副秘书长。委员好。啊，副秘，我想最近在520交接之前，看到中国的动作不断哈，包括甘比亚啦等等啊这一些啦哈，我们一些诈骗案的这一些管辖抓回中国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要请教说，520交接的前夕，我们整体国安跟东亚情势的掌握跟报告，你们是有继续在做，还是整个松懈下来的？我们当然继续在做，完全没有松懈。当然，这是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召开国际跟两岸小组的会议。所以我知道你答案一定是这样子，你当然不会承认说我们没有在做嘛。不过我要请教，刚刚其实有委员有问到了，冲之鸟倒或冲之鸟礁不管，两块桌球大的，这显然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1条第三项，这个是不可以拥有专属经济海域的。所以看到我们学国际法的总统跳起来了，说要派军舰或者是派海巡署的去护航，那为什么又撤回呢？不是讲的信誓旦旦吗？为什么又撤回了呢？为什么又不去了呢？这问题是跟整个东亚情势的掌握产生了怎么样微妙的关系，所以不去了呢？有这个问题吗？
跟委员报告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当时在4月18号的时候，在冲之鸟礁，这是特别要跟委员报告，我们在昨天的会议当中已经通令所有的行政单位，针对于冲之鸟礁就定为冲之鸟礁，不再有其他的岛或者是不称岛或不称礁的这样的一个名称，这是第一个是跟委员报告的。第二个是我的重点在于说，为什么信誓旦旦新闻出来说要派护航护渔的，包括海巡署的或者是国防部的这些军舰出去的时候，为什么又撤回？我重点在这里。岛礁我学国际法的，我比你熟。我要问的是说，为什么说要派出去又撤回来的？为什么？今天的海巡署因为不在会场啊，我们在特别的，我在这个。但是你们国安会，你们发出来的新闻稿，这不是海巡署的新闻稿，就是事后证明说他们撤回，你们国安会的新闻稿是说要出去，新闻是这么大，我们在这一方面来讲，特别跟委员报告，就是当海巡署接到这个农委会渔业署那边通知说海那个冲之鸟礁的这一部分，这个日本的公务船在那边有开始要取缔我渔民的这种情形，海巡署确实派的这个我们的海巡的巡防舰出去啊，在护渔舰出去之后，在行进的路程当中，得知说这个状况已经解除，所以人被抓去了还解除。在当时的状况来讲，因为护渔的这个状况，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到底派不派了？一句话，派啊，有会去吗？什么时候出发？我们现在目前就已经开始要完成计划。完成企划啊，等到6月再出去，还是7月再出去？我们跟特别要跟委员报告啊，因为冲之鸟礁距离这个我们国境大概有800多海里，航行的时间需要3天。我是问出发的，没有出发就是一个动作，我不是说你要到冲之鸟礁那边去1800公里远。我在问你的就是说，到底你们出发了没有？什么时候出发？对渔民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建设，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立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没有专，他们没有EEZ，这是一个公海，这是一个海系耶。对，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所以态度到底有没有要出发了？就一句话了。要出发，而且什么时候？很快就会出发。很快，对，520之前。不会，绝对在这一周就可以定案。这一周定案，好，我们就等着看这一周定案。我们希望说，经由国家的立场，让渔民能够放心。好，秘书长请回。谢谢委员。那现在啊，当然了，有个问题忘了问你，到底有多少？等一下，秘书长在，我再请教。现在台湾到底有多少人被外国吸收啊？昨天不是派了一个共谍案宣判嘛，对不对？郑小江的嘛。是。我们到底听国安局以前讲是很严重哦，蔡德胜说我们被吸收的非常严重，你们到底这方面情势是掌握怎么样？为什么在这几年被吸收的这么厉害？是马总统能轻松吗？所以大家敌我意识就不见了吗？这个问题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在追踪啊？有没有在处理啊？委员，我想您的对这个事情的关心我们非常了解，但是并没有像您想象的是因为马总统的执政所造成的这个结果。那相关于这个外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境外的人员在我们这个地方所采取的一些收集情报的这一部分，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到时候会跟国安会那边，我只是提醒说，国安局那边地方国家的安全不分蓝绿做报告，要好好处理。好，请回，谢谢。好，我们请国史馆馆长，好不好？啊，请吕馆长。哎，馆长，我请教你，这个宪兵搜索事件之后啊，大家看到档案的解密跟收集，你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没有看到你们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对外的说明或报告。档案现在是这样子，我们馆里面是收集总统、副总统的档案，这一部分解密的部分已经解密了，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解密，凡是还需要待解密的部分，我们送全国馆来。像228白色恐怖档案这一些，
引起这个争议的就是228跟白色恐怖的这一部分，我们有的部分都已经解密，而且甚至已出版啊。收集的状况怎么样？现在显然的至少还有一大箱，现在放在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他家嘛，或是他家的哪一个地方，因为他也怕被人家等一下宪兵去搜索了，至少有一箱在那里嘛。那你们到底有没有想办法说这个如何回来？报告委员，我们现在这是已经变历史了。有关档案的收集工作不属于国史馆。对，我知道，我是说你们的这一部分有没有去想到说，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我现在在讲历史，因为解密了，我就不管你什么这一些了。我现在问的是历史的部分。没有问题，这个就是说，如果属于我们已经在馆藏的部分都已经公开，甚至已出版。至于说在外面的资料，这个绝大部分现在是权力属于国家档案局。其实我国家档案局我了解他们在做这些，我意思说你们应该也要用你们历史的这些角度好好的去跟他们去配合，把这些东西要回来啊。没有问题，我们会这样子。这个是蛮重要的。当然国家档案局我们请国家档案局也上来一下来。啊，你请回。谢谢。我只是给你一个提醒，这一部分你们不是没有责任。好，那我请教你，那有关228白色恐怖档案，其实在民间 流落的还蛮多的，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流落的地方，可能他们收集的最多的就是国民党。你们到底有没有想办法要跟国民党把这些资料要过来啊？报告委员，目前档案局依照档案法来征集的标的哦，是政府机关的档案。那因为国民党它是属于人民团体，那你们应该想办法在促转条例里面，现在不是正在审议吗？你们表达一下意见啊，是不是把这里面列进来？国民党所保有的这些档案，这些档案也是国家，其实很多是国家的档案，党政不分之下给国民党拿走了。是不是应该在这一部分，你们应该在促转条例也要以一个档案要收集保存的一个立场，要表示你们的意见啊？我似乎看到在相关的里面没有看到你们表示过意见呢。报告委员，我们对于民间的档案目前依照档案法的规定是用捐赠、受托保管或者叫国民党捐赠啊，你表达一下态度啊。不敢讲。我们会持续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建议你们发个文给他们，请你捐赠。因为事实上从很多地方看到他们很多档案一一被解密出来，是他们的，请他捐赠嘛。当一个国家的政党而且执政过，连这个都不能捐赠，让社会公平嘛，你们文要发出去嘛，好不好？我们来跟他联系。好，请回。谢谢。那接下来我要请调查局还有法务部我们谢市长。委员好，市长还有副局长好。国家安全很重要，国家的武器相当重要，尤其自己研发的。我知道调查局在去年办了一个案子，云豹假车的弊案。那副局长对这件事情应该相当明了吧？好，这件事情全部都移送到地检署去了吗？已经移送了全部吗？应该还有一个小部分还没移送。好，那我要请教次长，那检察官为什么不叫他赶快移送？我为什么要问这个？不是来干涉你们的侦查的进度等等，是要告诉你们，现在整个社会上沸沸扬扬在讲一件事。讲什么事？因为当时中兴电工跟下面的这些公司，其中包括张光明，听说被检察官交保，后来好像到底有没有收押，我不太晓得哈。这一些326辆的云豹假车，开一开引擎过热，还停在路边。我们的战车是这种样子，然后呢，底盘会断裂，包括刹车的卡损、插销，全部是用中国的疟疾货。譬如有的零件，我们当时自己研发出来一套要28万，去买中国的烂货。一套只要1万块台币，价差28倍。
我们当时标给他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研发的，必须是合乎测试过的，结果他去买中国没有测试过的，而且去买等于让中国知道我们所有国防的机密。这个案子经人家检举办了以后，到现在如果调查局还有部分没移送，如果法务部这部分不赶快起诉，我要告诉大家，人家在讲你们包庇。为什么？因为326辆当第一次标到云豹假车的这个中兴电工这个厂商，他标到了第一批以后，他就可以有权利优先取得第二批的标案。第二批的标案听说军备局国防部，既然国防部没有人来，但是我相信国安局啊、国安会，你们跟国防部关系密切，告诉他们军备局现在马上要在标520之前要把在400多辆标出去，唯一有资格拿到这个标的又是中兴电工。但是如果他被起诉的话，他优先 取得的资格就会被撤销。所以你们在拖着不起诉不移送，然后呢让中兴电工这些劣质的贪污的厂商继续再拿到我们国家云豹假车第二批的400多辆的标案，等他们拿到了以后你们再来起诉，那拿到了已经拿到了权利有信赖保护，他就可以继续做。现在整个市面上都在讲原来可能是法务部在包庇，包括调查局，可能是国防部利用这个跟法务部讲好了慢一点起诉，等我把标案给了中兴电工你们再起诉。这个整个社会沸沸扬扬，难道你们的情资都没有吗？副局长，你们应该社会情资一直在调查，难道都没有吗？报告委员，有关于中兴电工的部分我们全部都移送了。中兴电工全部移送？ 对。那你刚刚不是还有一部分没移送吗？是，我只能讲说整个全案的话，中兴电工事实上还没移送的部分大概就10%，就剩下一点点尾巴还没有。那这个尾巴就是让检察官拿到理由啊，我们就可以，因为他你们还没有全部移送，所以检察官就有理由说不起诉。然后国防部就有理由说我这个标案再优先给中兴电工。这是几十亿耶，上百亿的标案耶，而且用的是中国劣质货，让中国经由这个零件取得我们的国防机密。怎么这样搞呢？520之前真的要这样搞吗？这个人家现在整个社会沸沸扬扬，难道你们没有这个情资吗？我实在不相信。所以借这个决算的机会告诉你们赶快回去处理这些事，如果迟来的正义那就不是正义了。这是很重要一件事，关系到我们整个国防自治，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我今天不客气了，社会上在沸沸扬扬说这个有勾结，有这么多的勾结，而人家看到似乎国防部跟法务部是不是有勾结在图利中兴电工，人家都在讲，业界都在讲，我借这个机会质询出来，希望你们赶快好好处理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我想这可以补充一下嘛，因为法务部对这个个案呢、不可能去包庇我们这个检察官或者包庇其他的单位，因为这个案在检察官这边呢、他会看证据的情形依法去办理，所以我想跟委员做这个报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费鸿泰委员。好，主席，各位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我们这个国安会赵副秘书长。好，请赵副秘书长。委员好，那个赵副秘书长哈，这个你，我想你是军人出身的哈，对作战应该是非常的熟悉的哈。我也是问关于啊，这次日本啊，针对冲之鸟啊，我待会儿再请教冲之鸟这一个事件里面呢、对我们的蛮横啊、不讲理，但是我也要想了解了解我们的政府啊是软弱的，还是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哈。我先请教一下哈，冲之鸟这个地方到底是岛还是礁？礁。礁。那日本明明知道，日本人知道它是礁。当然他们会站在他们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他的立场是什么？他的立场当面，他们现在目前来讲，他们是
他们是认为他们具有200海里的军纪海域的一个。他们换句话，他们认为他们是岛，是不是这个意思？在这一部分来讲，当他们提出的这个有关于这个冲之鸟，他们认为是岛的这样子的一个立论，在国际上面来讲，当然也有像伯琉、像美国、像澳洲这些国家是支持的，但是同样的，我们以及韩国，我们这边是反对的，因为在整个国际法当中，我相信非常的清楚，它的面积跟它的是否能够让人在这边生存居住。那请教一下，在联合国的认定，它是岛还是礁？到现在为止，联合国的这一方面来讲，在国际法庭方面，它并没有做任何的定论。对，那也就从我们的立场上讲，认为它是礁，是不是这个意思？非常从国际法的这个角度上面来看，我们非常明确的认为它就是个礁。平安讲哈，这件事情啊，相对照于当初菲律宾的他的部队啊，对我们台湾的渔船的那种蛮横啊，我们展现出了我们的气愤、愤怒，我们也展现出来我们政府啊强力去护渔的决心。但是从这个平常讲哈，我是看到报纸登，我们的海巡署居然透露一个讯息说，船都出去了，听到外交部那边跟他讲，他们又回来了。你不去就算了，出去又回来，好像就是害怕。到底是害怕了，还是外交部跟他们讲处理好了？特别跟委员报告啊，海巡署他现在目前的这个护渔的位置。在冲之鸟礁的事件没有发生之前，它重要的地方一个在钓鱼台的附近海域，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跟菲律宾之的南界线那个地方。是我了解，我们海巡署的船舰没有那么多，我非常了解哈。我们海军的实力也相对的也没有那么强，我也了解。可是针对一个特殊的事件，那当然立刻要展出你的决心嘛，对不对啊？我觉得，比方讲，总统府这次表现的，总统最后讲说要照顾我们的渔民，可是我看不到那样子的决心来。总统，我也看不到我们外交部讲表示很强硬来。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520，但是已经自己认为他是驻日大使的人，他也不讲一句话。准总统也不去讲一句话，准行政也不去讲一句话，我们更担心。520以后，他们会对日本，我不要讲用投降二字啊，也趋近于投降二字啊。他们对日本从来不会强硬的。我跟你讲，马总统还有二十几天的任期，我就希望我们的政府，现在是国民党在执政的中央政府，拿出你的决心出来，展现给人民看，我是如何去给保护人民。不要去对期盼民进党执政以后 会如何去保护渔民，尤其碰到日本人。我刚才私下的时候再给你请教过一些事情，当然这个是由我们海巡署派他的船舰出去，海军啊也不能轻松，海军一定是隔着在后面作为护航用的，空军也要准备着。我就不相信日本人敢大不讳的，明明是一个礁，他用岛，他敢跟我们来开战。我不是好战分子，但是对那个蛮横不讲理的日本人，对日后不可期待的520的蔡英文，不需要客气的。我跟你讲，一个礼拜以内可不可以组成一个海巡署、海军、空军的？一个演习，就是请我们的渔船到被抓的那个地方，被日本人抓的那个地方，被日本欺负的那个地方，去那边捕鱼，可以不可以？一个礼拜以内。特别跟委员报告，在接周我们就会把整个计划做定案。那相关要去护渔的操演，那是一定要去执行的，因为这里面当然包括了海巡自己本身的舰艇，也包括了这个农委会的这个相关的渔民的这些的船只。在护渔的过程当中，它当然会发生非常多的状况，因此海巡怎么样能够护渔民，海军怎么去停海巡，
碰到任何的状况，一定要有一个超演的演练之后，大家才能够再掌握到整个这个，不管是安全也好，或者是这个效果也好，在这一方面来讲，才能够展现出最大的力量。因此，超演是一定要做的，只是说在出发之前做，还是在航行的过程中，还是到达护渔的海域做。我想我们海巡署会全班的考量，这点请委员放心。秘书长，从你在国防部服务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有 guts 的人了哈。麻烦回去转告你们的秘书长，我希望我们一个礼拜以内，我们的渔船就在日本被抓的那个地，日本人挑衅的那个地方，在那边去再捕一次鱼，可以吗？就是在那个地点。是，谢谢委员的支持，我们会讲到，一定会做到这一点。OK， 好，感谢你，是，谢谢，加油。主席，再帮我请一下，多请几位哈，我们研考会的高副主委，档案局。档案局，刚刚点到了高副主委，档案局。还有，对不起啊，再多找几位。来，慢慢来。在行政执行署的署长，来，法务部的市长，好不好？谢市长。委员好。几位哈，我想主要是我想跟我们这个国发会啊，可能日后有关的哈。这个题目啊，本来我想在总执，在520以后的总执行问一下林权的，就是。我们的资讯啊，资讯，但我们知道资讯啊是可以强国的。现在网络资讯啊，很多的世界上几个大公司啊，大概都是跟这方面有关的。我们现在也常常听说 Big Data， 啊，我个人是念统计的哈，我在大学统研所教书，所以略知一二啊。所以我也听到我们很多的学界的朋友。跟我们政府的官员，他们现在一直很想去推动一个资讯基本法，哦，那我也跟他们来我办公室讨论过，都是我们大部分政府的官员跟大学的教授，哦，我们也朝这个方向来我听听看，我觉得是对的，哦，现在我们的资讯，举例在各个部会里面，包括在行政主计处，大概都是属于这个部级里面的下面的一级或二级的单位，啊，当然行政就到三级四级了，啊，那因此的资讯呢是很难去做整合的，大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储存的地方。举例，在我在开协调会的时候，我就感觉哦，其实像我们财政部资讯中心有非常多的 data， 我们为什么找法务部找行政执行署呢？行政执行署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data。但是限于各执法，你们没有办法去通，对不对哈？这个当然不是在怪你们，包括我们商业司也是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通。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两年前某一个离职的监察委员，他就说哦，要看看我们政府单位里面有多少官员在兼民间的。董监事或者负责人，结果就是三个 data 一凑起来，商业司的 data， 我们健保局的 data， 还有一个什么 data， 三个资料库啊，一碰，哇，我的天啊，全国有好几万人要被调查。当然后来我们慢慢啊分六个层次把它处理完了，对不对哈？因此我是觉得我们资料库哈，这个。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大数据，大数据是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做任何的民调或调查都是拿样本嘛，对不对啊？样本我们用样本的目的是什么？想了解这个母体啊，就是资料库，如果资料库是全部的，它里面的讯息，那我们希望省钱，希望省时间，有的东西是不可能拿到的哈。我们需要靠资料库大数据啊，如果大数据越趋近于母体，那这个就是一个母体。因此呢，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哈，我这个不要你们回答了哈，你们去想想看，这几个资料库啊，如何跟它有一个界面，
有个 platform， 我们可以把它那么好的资料库，一个大数据，我们可以整合应用，不管是商业化或者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都可以拿来使用。这个才达到哈，我们有现在随着网络，随着 database 越来越大哈，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了哈。我想也不要你们回答，麻烦回去你告诉，当然马上520就要换人了哈。我们再呼吁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部会的首长们，大家想想，当然最好的有人的建议哈，当然还要思考一下。我们在行政院下面成立一个二级机关，就类似像一个咨询委员会，我想那样子它的效果可能是会比较好的。你们再想想看，下次啊有时间再给你们来请教，好吧？谢谢。谢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淑华委员咨询，许委员请。谢谢主席，麻烦主席帮我邀请司法院以及法务部代表。来，司法院跟法务部，司法院副秘书长，法务部谢次长。来，请。徐委员好，副秘你好。审计部呢，针对司法院呢主管的重大计划预算的执行呢，99。开始到103年，对你们有一些的意见，我在这里稍微提醒你一下。99年度呢，他们希望你们改正的，包括呢重大计划的预算整体执行率不到20%。100年，他们提醒了部分的款项呢保留多年，急需来积极的处理。101年，亟待加强计划的编审执行以及管考的业务，并且健全相关的这个制度的规章。那102年呢，在台湾的高雄地方法院办理办公厅设的计划，这些的招标作业呢有欠妥适。103年，台北的高等行政院的这个法官的学院呢，还有办公厅设这些的计划呢，保留的都还太多哈，所以他们希望你要求你们改善。我要请教你，为什么99到103年审计部认为你们的这个执行的计划这么的低啊？到底你们这执行率这么低的原因在哪里哈？那我看到你们在第四项台湾高等法院你们的执行计划呢，办公厅设是103年到107年的期程，目前的执行率是零，请你说明。好，报告委员，有关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跟这个法官学院的部分呢，是其实他们已经落成启用了，只是后续呢跟规划设计的建筑师在报酬的方面呢有一些争议，那目前在诉讼当中，那所以这部分就没有办法如期的完成，那台湾扣除掉这件之外，审计部对你们所提醒的，我们看到的资料哈，确实是执行率都跟过去的很多的公部门比起来是相对的低，那为什么偏偏你们司法院的执行率会是这样呢？过去早几年99年以来，那其实这几年都已经陆续有改善了，到103年的部分，我记得执行率已经达到八十左右。我刚才看到的数据，对不起，我现在手上没有带那个资料上来。那我印象中是如此。那至于说台湾高等法院的部分呢，那103年曾经要规划做一个党政大楼，还有法官职务宿舍，但是呢，因为立法院的反对，所以那个计划就没有再推行。所以这个计划是算是撤销吗？对，是。那撤销的话，您就不应该再把它列入到你的这个计划当中啦，因为你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书面资料，你的执行计划是零，这也影响到我们整体对你们的一个这个执行率的一个印象啊。报告委员，那是因为那是103年，我们现在是103年的决算，是。那目前是已经。已经撤销了。哦，好，那我现在请教你啊，我想刚刚有一些的立委特别提到，就是有关于中正大学的犯罪防治中心所做的一个研究哈，那包括了在整个的对政府的各项的满意度的一个调查。那我要跟这个副秘说的，就是在整个治安跟司法的廉政观感上呢，是呈现非常不一样的两个面向啊。对我们警察的满意度是创新高，已经达到了
72.9%。那么对治安工作其实是年年的一个提升的哈。那当然警政工作对很多的民众来讲是也肯定我们警界的一个辛苦，但似乎呢对我们的司法工作还是有很多的保留。那根据调查呢，有高达84.6%的民众他是不相信法官的一个公正性啊，那相较去年相比还是上升的。那所以呢，我想也就是说，在台湾这么多的一个民众呢，我想不论是说这些的恐龙法官，或者是司法界也爆发了一些的贪渎事件，都会影响民众对于我们司法界的一个观感。那在这个部分呢，也要请教你啊，不论是你们自己所司法院所做的各项的数据，还是学术单位所做的数据，事实上都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啊。那对于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样能够来让我们的司法界能够重拾我们的一个信心，能够提升我们民众对司法界我们的一个感官呢？包委员，我们不否认说现在社会上的这个对于司法的信任度，我们自己其实也是不满意的哈。那当然，委员刚才所提到中正大学这一个犯罪防治的这个中心，他所做的这个研究呢，我们也必须做一下说明，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方法哈，问卷设计的目的，还有他文字的叙述、那个访问的这个技巧，其实也常常会影响。那我现在不以这个中正大学的数据来跟你做探讨哈，你们自己做的数据大概是多少？我们自己做的数据满意度大概是40几。那高还是低啊？当然我们也不满意。是啊，那如果就你们自己做的都这么低了，你们怎么样去改善呢？对，那我们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推动人民能够参与审判，那让人民走进法庭，来弥平人民跟法院之间的这个认知上的差距，也让法官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然后在裁判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份的这个思考。我们其实了解，因为这个法官他的案件事实上也是很多，所以我们也希望从我们整个的司法改革去提升我们这个裁判的一个品质嘛哈。所以在2011年也三读通过了法官法，引进了法官的一个评鉴制度，我们就是希望会可以淘汰一些这个不适任的这个法官哈。那在整个的一个司法院里面，我们每一年呢，法院发回更审的有高达上千件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法官的评鉴委员会呢，一年我们的淘汰率有多少呢？全部新收有48。一年有没有淘汰到3位？有送到我们是不是？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主管的这个厅长来说明一下？委员好。那么从101年法官法施行以来，法官评鉴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收到的新案是48件。那么成立的，那么大概有请求评鉴成立的，跟有评鉴不复评鉴的，有请求不成立的，还有撤回时效等等。那么成立的比例大概在50%左右。所以目前有没有法官因为这个机制被淘汰？那么实际上，评鉴成立以后，它有后续的有几种可能情形。一种是由评鉴委员会建议司法院移送监察院去惩戒的，是有的。现在有没有？有这个？有监察院惩戒，那经过最后有做成这个停止法官职务，有这种案例。现在有有案例几位知道吗？具体的案例应该是还在查证，但事实上是有的。好，我想哈，我们都希望看到司法改革，我们也都希望给民众的一个信心啦哈。那我们尽量也立法院从多面向的来思考，也尽量配合我们的司法界各项的一个重建的工作，那么来让我们的民众呢，可以对我们的司法慢慢的可以做出不同的一个观感哈。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建议，现在我们很多的判决书的部分哈，事实上现在包括很多公家我们的流程啊，在整个对外的公文上面，我们的这个文字尽量都是更简单。但让民众可以看得懂越好。那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判决文呢也可以思考哈，尽量用让民众哈可以看得懂的为主哈。甚至有一些的民众，他们在做研究或者是针对我们公开的判决书去做了解的时候呢，如果可以让民众可以更加方便的来阅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了哈。所以提供给这个副秘来参考。好，要回答，谢谢。好，那我现在要来请教法务部哦，在103年度我们法务部主管的地方法院的检察署的检察业务哦，
那我们的科目决算呢，总共是3亿多，包括调查局的司法调查业务决算也是2亿啊。那主要呢就是办理检查跟调查业务的相关，那业务的项目当然就包括了侦办的毒品啊。那目前呢，我们在监的受刑人当中呢，毒品的犯罪是超过40%啊，它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收容所里面最高的一个啊。那我现在要跟您讨论呢，我们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台中市有一位灵性医师嘛，他有为民众呢施打这个牛奶针，那么导致呢有这个民众哦这个死亡哦，已经3人死亡。那我要请教法务部，去年8月呢，我们牛奶针啊现在已经是列为4级的管制毒品，面对这个新兴的一个毒品啊，那你们要如何要来管制这个宣区的化学用品的这个动向呢？我想跟委员报告，这个新兴的毒品啊，那当然非常的多，但是法务部这边我们有一个毒品的一个委员会，就是对这个毒品呢、啊，它4级要不要提升到3级或者到2级，要经过这个委员会，它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他们来做一个审查。所以针对这一部分呢、啊，如果必要的话，我想我们这个委员会呢、啊，所以提供这个讨论。我没有问你说是列为3级还是4级，这个区别啦，我是问你要怎么样来管制呢？我想当然在整个毒品这一部分呢、啊，在法务部这边呢、啊，它有一个很等于就是很持续的一个工作，就是反毒的一个动员的一个计划。那包括结合这个社会，还有学校啊、尤其呢这个学校呢相当的重要。那这一步呢，我想我们都会持续来努力，防止这个毒品再进一步的泛滥。是没错，因为现在我们当然有各项的一个宣导，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诊所里面还是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势哈。所以我希望这方面你们要多去思考，不是只是用宣导的部分就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哈。好，谢谢主席，谢谢以上几位。好，谢谢哈。好，我们先来宣布今天中午。我们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全部议程结束为止。那等一下便当到了，便当可以先发，拿到便当大家可以先吃哦，不要饿了肚子。但是请拜托大家吃饭的时候小声一点哦，维持会场的秩序哦，不要太大声哦。那现在我们继续，我们请周承秀霞委员，周承秀霞委员，周承秀霞委员不在，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不在。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周春米委员不在。啊，我们请钟嘉宾委员，请。好啊，请维持议场的秩序哈、哦，让委员质询可以顺利进行哈、哦。好，谢谢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大家午安，用餐愉快。那么有请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史主计长，哎，主计长，还有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副人事长。那么最后一位呢，也要请我们张琼文张副秘书长哈，要先问张副秘书长啊。钟委员好。先请教张副秘书长，等一下，第一个是张副秘书长哈，对不起，他今天比较热门，他是主角，但是待会要请教主计长一些问题哈。那副人事长也是。请问一下，我们张副秘书长，我们法官哦的待遇啊，本薪之外还可以领什么其他的加级或什么有吗？有专业加级。专业加级，可以领津贴。主管加级。啊，有没有领津贴？津贴，有加班费。加班费。是。那你有没有听过我们法官可以领这个津贴的？就是我们。什么到同级法院任职或办理什么补助的这个津贴，看得出来吗？不要把我念一遍。司法院调派时任法官至同级法院任职或办理审判实务期间津贴补助办法，有没有听过这个办法？没有关系，我先请教一下你，判断一下这个津贴的意思是等于他的月薪吗？还是外加的？真的没有人知道啊。应该是外加的，外加的哈、啊，所以金额大概不会跟法官的一个月的待遇相称嘛，不至于啦。那我们往下看哈、啊，那他也是按照月，按照实际的日期。那我真的去看了一下他实支表哈、啊，来往下看那个表格，的确啦，大概只有离岛的时候有将近20000元，不然的话都是1000把块而已啦哈、啊。好，那这个是津贴啦。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我们副人事长。张副人事长，公务人员一般可以领哪些
待遇包含哪些内容？待遇有法定待遇，包括本俸、本俸、专业加级、加级这两项。有没有包括津贴？法定待遇，法定的待遇以外的是其他的资给。法定待遇以外的就是有包括这个津贴，可以包括津贴，所以公务人员可以领津贴。那津贴的意思就是本薪以外的叫津贴，法定待遇以外的，法定待遇以外的叫津贴。是，所以公务人员可不可以领好几份津贴？工人要看他的业务的性质了哈，有可能你两份以上的津贴，通常大概就是一种了，有奖金，有奖金，也有津贴，也有津贴，但基本上大概会一种。月薪只会有一份，但是津贴加级什么可能有好几种。对，但是通常会一种。Okay. 好，接下来的话请教主计长啊，对不起哈，还没结束，还没结束，不急哈，主计长请教一下，因为我过去哈、啊、在地方政府服务期间啊，我都非常敬重我们主计人员。因为呢，只要我们行政机关的这个执行预算呢、啊，都要到主计那边确认一下说，说啊，这样自己可不可以？那我请教一下一个问题哈、哦，如果一个机关它有编制100个员额，那它可不可以领101份月薪？不行啊。不行。那如果我用其他名目创造出相当于月薪的来发给那第101个人，你们主计单位会不会同意行政机关？在编制人员以外额数多给其他人相当于月薪的薪水，我想各机关那个预算的编列、哦、一定是 有所依据的啦、哦、是有所依据，依据有关相关的法规，或者说当就是说一定有依据，就是可以编的才能够编。好，接下来我们主角上场、哦、我们要请我们那个考训会啊，因为蔡主任委员不在、哦、我们要请那个叶主任委员。叶主任委员，应该接下来我要问的叶主任委员就比较清楚了哈。我们考试院呢、啊、有定了一个叫做《公务人员考试录取人员训练办法》，对，对不对？对。那里面呢，你们有分成暂缺训练人员跟不暂缺训练人员。对。这些人员可不可以领薪水？暂缺训练人员跟不暂缺训练人员。他训练的时候他是领津贴的，这个部分领津贴。对，他的津贴是不是相当于月薪？要看他在哪些的那种机关。这还需要讲吗？你们上面写得很清楚啊，第26条啊，发给的津贴呢就完全按照他的录取级数啊，是领8本4的俸级，还是领高，还是领6本3，讲得清清楚楚，完全是比照他所录取的职缺的俸级，对不对？对，相当的那个部分。好，那请问主计长，他这个津贴就完全相当于他未来你任职务的俸级，那这个津贴算不算月薪？主计长，你听得懂吗？公务人员录取之后，训练期间有派到机关，有暂缺训练，有不暂缺训练，他在训练期间啊、哦，他领的津贴名义上叫津贴，事实上他的额度啊跟司法官不一样哦。司法官很可怜的嘞，他们只领一点点呐、啊。这些训练人员他领的津贴等同于他未来你任职务的全薪的俸级，你觉得这是薪水还是津贴？我想请那个你不是转主计吗？我问你啊。这个是津贴，这还是津贴？是。那我刚刚问你了嘛？我公务机关如果我100个员额，我可不可以发101份薪水？不可以嘛。但是第101份如果叫做津贴的话，相当于月薪，你们主计单位同意支给吗？算不算？这个符合相关规定的话，只要符合规定就可以嘛。是，但是规定是定的嘛，对不对？今天考试院只要定了可以就可以嘛，是不是这样子？人家司法院的很保守啊，司法院法官到其他地到法院去，他领的津贴就是领那么1000把块，不会超过20000块。我们的公务员考试训练期间，来，我再问一个问题哈，来，我们请那个副主委，我请教一下，当暂缺训练也好，不暂缺训练也好，我知道在公务机关，我有缺额，我申请考试分发，在我申请考试分发期间，我可以用职务代理人，对不对？对，这个职务代理人他领的薪水相当于该职务的本俸嘛，是不是这样？对，不是没错嘛哈。那请问一下，如果有一个考试分发人员来到我这个机关了，那请问我这个职务代理人是不是就要停聘了？对，
报道战缺训练是如此嘛？对。那未战缺训练呢？他既然没有战缺，对不对？我报缺的人员，他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坑里面有个萝卜，但是你们不战缺训练，是不是再派了一个萝卜来？没有坑给他。对，但是我们通常在他分发报到了以后，那个原来属于约雇的那个人员的这个部分里边，他就应该要解聘。那不战缺训练的也一样喽？一样这样子。那什么叫不战缺训练？我本来机关没有缺，我的人员都满满的，我的战缺训练的这个缺，职务代理人在，考试分发的人还没来，另外你们派给我一个不战缺的，这个我们要他走开吗？不是吧？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请我行政院跟考试院回去好好讲。我在别的委员会也问过了，问过你们蔡碧煌蔡主任委员，现在你们考试战缺，好，录取人员在训练期间考试战缺，战缺受训的，他是依法不参加公保，也不能参加劳保。你们的人到行政院去对劳动部说，公务人员是归我们管，他在训练期间他不能参加公保，也不给他参加劳保，这个不合理。因为呢，如果按照你们的说法，他在训练期间他不具有公务人员身份，那他领的实质上又是月薪，你们说这是职务关系，不是劳雇关系，他没有受雇，他又不是公务员，又没有受雇，请问他在代我公家机关，他是什么？又不给参加劳保，又不能参加公保，请问他是什么保？按照我们的那个训练的办法里边，其实他在训练的期间里边，基本上他可不可以行使公务人员权利？他还是占有那种不是具有那个。他可不可以执行公务员的职权？他可不可以看公文？可不可以核章？可以，但是他可以核章吗？你们不是规定用签名的，用铅笔签名？对，但是他要有他的那个辅导人员里边，所以他不能够核章嘛，对不对？对。但你知道，职务代理人可以核章。对，职务代理人没有国家考试的资格都可以核章，国家考试的在训练期间不能核章，用铅笔签名，不能加入公保，不能加入劳保，他不算公务员，领的是津贴，不是月薪，薪水是一样的，你们换个名称叫津贴，实质上就是用我们国家的空场占了一个缺，做一个职务，做同样的事情，结果你们说他跟我们公务机关是职务关系，不能参加劳保，不是劳务关系，凭什么保你们训啊保训会这样解释？我们对于这个他不能够参加公保，是因为他还没有具有公务。那他可以参加劳保的，这个劳保的这个部分，本来我们也是期望他参加劳保。好啊，那就同意吗？当时在跟劳委会、劳动部，现在的劳动部申请，他们现在同意加入劳保了，你们接不接受？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在最近会签给什么时候？最近签结，你们蔡主委、黄人事长。包括林政哲政委员，包括詹上院长，都要求在520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这个最近是不是520之前？告诉我是或不是？520之前会签结？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尽快完成。好，什么叫尽最大的努力？520之后你要不要上班？你是常任的嘛？对，没关系。520之后还没找你，我找你，好不好？谢谢。谢谢。好，刚刚政委员所提到的问题不清楚的。不够清楚的，用书面再回答给中委员，好不好？包括主席长我看你把头壳跟来讲，因为是细了一点太细了不过我想回去弄清楚，回答中委员，好不好？好，接下来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江启成委员，江启成委员，江启成委员不在，徐正卫委员，徐正卫委员，徐正卫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尤美女委员，尤美女委员，尤美女委员不在。张宏禄委员，张宏禄委员，张宏禄委员不在。好，我们请江永昌委员，江委员请。好，谢谢主席哦，请主席请审计长，请选区部长次。请这个公务人员退伍会我们的这个执秘，以及我们的这个管委会的副主委。好，刚刚点到的首长，请上台，好不好？乔远豪。好。先请教。等一下，还有退伍会，还有两个还没上来。哪两位？来，蔡副主任，
还有一位上，刚刚点的四位嘛。蒋委员，四位三位。哦，好。三位。OK， 好。一个是监理会，一个是管委会。对。哦，监理会，高，高慈行长，执行秘书哦，好。没关系，慢慢来哦，慢慢来，哎。好。啊，先就教于审计长哈、哦。台湾有国民年金、劳保、老年年金、老农津贴、军公教退休金，在刚刚本席所讲的这几种哈，哪一个是按月发放？按月发放的。国民年金、劳保、老年年金、老农津贴、军公教退休金。军公教退休金，他们是我印象，因为我没退休，应该是半年一次了。只有军公教，那为什么会不同？在公务人员退休法跟教职人员退休条例当中，它都是写月退的哈。如果你不是一次退的话，那既然是写月退，就差那一个字，不是按月退，按钮的按。那居然到它的施行细则的时候，它会变成半年一次发放，是不是？宣叙部还是相关单位，请解释一下。是。现在目前是半年发放一次，在一月跟七月份发放。好，那你觉得母法里面是月退，施行细则他说没有按月退，所以半年发放一次，你觉得哪一个对？就理论上来说应该按月了哈，应该按月了。但是目前因为牵涉到你知道103年的时候，牵涉到实务上的作业的问题，可能在财政健全方案当中就已经决议要改成月领了。后来为什么又退回原点？就是因为这个部分在我们这边实际上的作业方面，包括我们基金管理委员会这边在发放，实际上人力各方面的还要需要很大的。都什么时代了，你还以人力物力在做发放？你是现场柜台发放吗？都不是了嘛，不是都是转账汇款了。因为包括到金融业、金融。跟我们讲啊，当时退回原点是因为后来当然有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一个意见，我们都能够接受了。可是实际上院当时的这个行政院的态度是说哈、哦，对国库挹注有限了。可是根据财政部在103年当时的算法，如果啊改成月退，而不是半年提早这个发放的话，对国库对于利息的支出，至少可以省下6.4亿，立法院的预算中心、哦、算得更清楚了，可以省下将近6.92亿啊！我就教于这个审计长，谢谢。如果、哦、再推到104年，假如我们早一点实施是按月退的话，几乎可以省下11亿了。我不晓得审计长，我们对军公教发放他们的退休金，这是应该的，这个业务要执行。但是这个业务却在施行细则当中、哦、做得不公平、不公义，伤害到国家整体的一个国库。那审计长好像审计部也没有对这个提出任何一个看法，就教于审计长。是的，在目前整个国家的这个财政状况不是很好，主要能够开源节流的方案，审计部这不是开源节流，你按照业务给他月退，这都是应该的嘛。对。但是为了他提早领，他其实领了去存到银行也没有多少利息。那国家是举债的状况，国家却要因此付出利息，这是不对的啊！审计单位奇怪了，怎么也从来没有提出过意见过？该执行的业务去执行，但是这个已经超出业务应该要去负担的，这个是伤害到国家的这个国库，那也是不公平、不公义啊！为什么审计单位从来没有表示意见？我想在政府有列在财改方案里面也把它列作一项，那我们希望。如果说在技术上就是财改也列入、哎、结果没推行啊。对，好，我就教于宣叙部哈，因为军公教嘛，今天讲的是公务人员啊，是，那这个已经有好提案，那也已经在立院已经有复委了，那您刚刚讲的本席听得很清楚，所以你是赞成跟支持，觉得就理论上我们都支持，就实务上我们还有一些技术面需要克服。好，因为包括现在有没有，如果有公务人员啊哈，他如果因为死亡，但是现在是半年就提，一月份就领了1到6月了。是。如果死亡的话，那一月份领了，月初领了，月中领了，那二月份就死亡的话，那3、4、5、6月，这样算不算一领？是，是算一领，要不要追回？要。哎、欸，不贵啊，
你们在102年7月29日，你们的函释是免予收回呢。我再讲一次，102年宣叙部7月29日，你们曾经函释过，一领的5个月不会收回。啊，这怎么回事？你现在说那是一领哦，那你自己又抵触公务人员退休法24条啊，它里面明定死亡要停领退休金哦。啊，你线下作业就有问题啊。请回答，这我的时间一直在跑。是是，相关的函释里面，目前，我还不太完全了解。我看你这样是状况外，刚刚我说这一条送进来要修法，你还觉得赞成，我还以为你有准备而来。我请你再去了解仔细，好不好？是是是。啊，接下来哈，本席想请教哈，我看了几份报告，啊。有关于，我们现在在国发会那边，它是依据《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28条的哈，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任务编组。啊，依据这样的时候，我想请教一下，现在行政院及所属的二级机关啊，行政院底下哈有科技汇报办公室啦、自动安全办公室等等的哈，那在这个外交部啦哈，公共外交协调会啦、国会事务办公室啦、国防部啦、法规会啦、教育部、卫生福利部、文化部、科技部，想就教育审计长哈，这些到底是常设性还是临时性啊？根据刚刚基准法的这个立法理由，恐怕这个都是这个临时任务呢。在审计机关的立场就是说，你这个公务员要有这个法定员额跟预算员额才能够来。这个禁用这个公务员，所以他必须要在组织上。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研究啊？有这个法律研究。他到底是常设性，还是任务编组，还是临时性单位啊？我刚刚把基准法讲出来了。哦，我看审计部奇怪，这个当也没有去做一个研究。我想我们在监督预算，就是他要有我跟审计长讲哈，来，哎，我们的依法行政嘛哈，那依法领这个主管加级。102年6月，人事总处。好、哦，这个行政院人事总处哈、哦，请列席一下，请主席裁示。102年6月，人事总处他有通函专案解释的哈、哦，行政院一二级机关常设性任务编组主管职务，好、哦、要实际负领导责任的人员才可以支领主管勤务加级，而且你在公务人员哈、哦，这个奉集法第18条他。另外有这个公务人员加级给予办法，然后第9条第2项也讲，各机关组织法规未规定，各机关所长命令指派权责机关核准成立任务编组之主管职务，不得支领主管职务加级，这个都法有明定哈，也都有办法。司法院释字52号解释文讲。这个法律授权主管机关依一定程序订定法规命令，以补充法令规定之不足者，该机关应予以遵守，不得舍法规命令而不用，不得舍法规命令而不用。啊，可是很奇怪啦，审计长哈，我刚念完这么多了哈，现况是，我们储物规程当中，各部位储物规程当中，他没有在编制表明定那一些人的职位跟官等。好、哦，比方说，包括执行秘书、副执行秘书、执行长等等，没有依组织法规定设置之专任主管职务，但是呢，他却怎么样？他却把它当作是这个主改后哈、哦，我们中央政府主改后，把它依照常设性，就是说禁足1/2支领主管职务加级，他是用这个方法去给予他主管加级。而且其实他很多的这个单位啊，好、哦、这个编组啊，他根本只有2到6人啊，然后却设置1到2名的高阶主管，现况是这样，我就交给审计长，这个部分审计部的意见是什么？这个跟委员报告，在所有这个轮数的部分，那么有主管机关，包括人事总处，包括前期部，我们在监督预算执行的时候，要看看他租领主管加级有没有符合相关的规定。我刚讲了这么多，审计长认为刚刚念的这些单位，哦，有的还没有念到啦，足足有这么多，到底他们是
当领主管加急还是不当领啊？听闻报告就是他们要领的话呢，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主管机关相关的规定。刚刚就讲了，我刚刚也把法令都念出来了，刚刚相信审计长也有听到，我还引用啊司法的函释，可是实况不是啊，现况就不是啊，谁可以回答？人事行政总处，这些他们为什么不去修改他们的一个处务规程啊？直接给他的职务，好、哦，好，请说。是。谢谢委员，我简单说明一下，刚刚委员有提到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28条，机关得失义务需要设任务编组，任务编组它有临时性的任务编组，就是像可能像法规会之类的，但是这里有所谓的常设性任务编组，但是都可以依据28条去设置，包括常设性任务编组，这是它的设置依据。那在各部会，包括院。包括部会的部分，一二级的机关才可以设常设性的任务编组，而且是在行政院组织调整的当时的时候才可以设立，之后就不能再设了哈，因为它有它业务上的需要，它属于业务性质的单位，而且相当于内部一级业务性质的单位，目前有33个哈。那至于说它怎么制定，因为它是规范在相关的处务规程里面，依据全序部的解释哈，它处务规程是属于组织法规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也是依法设置的哈，所以依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还有这个组织法规的部分，它是依法设置的。第二个，刚刚委员讲到加急记忆办法，你必须负实际领导责任的人才可以指令主管加急，所以它是根据这个组织法规设置，而且它是派由机关派员兼任的人员，他实际负有领导责任，所以他才可以领主管加级，所以他基本上是依法设置，也是依法来领主管加级。对，不过本席哈听不太懂哈你这样的这个引用的一个依据了哈，显然跟我所理解的是有误差，不过没关系啦，因为我质询时间已到，然后就要求审计长就刚刚我所引用的规定哦跟这个相关的法律依据，以及哈刚刚人事行政总处所答复的，请我们审计这边。啊，做一个研究，做一个了解，好、哦，那再答复本席。好，我们愿意来，这我们的主席说，我来进一步研究，谢谢。好，显然啊，这个交集还不太够，所以回去把委员要了解的，我们用书面再送交给江委员，好不好？哦、那越快越好，好、哦，好，请回，好。好，我们今日登记发言委员均已答询完毕，那本委员会做以下决定：一。报告及答询完毕。二，由委员段宜康所提书面质询，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主管机关用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我们请相关主管机关在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请所有的机关在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再来，我们要处理讨论事项，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审查我们今天的审查项目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挂务函附属单位决算及综计表案审查项目，一单位决算部分，一总统府，二国家安全会议，三国使馆，四国使馆台湾文献馆，五人事行政总处，六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七地方行政研习中心，八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挂虎并入国家发展委员会，九档案管理局，十立法院，十一司法院，十二最高法院，十三最高行政法院，十四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十五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十六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十七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十八法官学院，十九智慧财产法院，二十台湾高等法院及四个分院，二十一十九个台湾地区地方法院，二十二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二十三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二十四福建金门地方法院，二十五福建连江地方法院，二十六考试院，二十七考选部，二十八全序部，二十九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三十国家文官学院及所属，三十一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监理委员会，三十二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三十三监察院，三十四法务部，三十五司法官学院，三十六法医研究所，三十七
年政署38，矫正署及所属39，行政执行署及所属40，最高法院检察署41，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及4个分院检察署42，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43，19个台湾地区地方法院检察署44，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检察署45，福建金门地方法院检察署46，福建连江地方法院检察署47，调查局2，非营业特种基金决算部分，作业基金依法部矫正机关作业基金2，考选业务基金2，其他特别特种收入基金，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宣读完毕。啊，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审查项目有没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那刚刚监察院的部分已经向卢修文委员解释过了，好，也会依线处理，所以卢修文委员对于这部分也没有异议。哦，刚刚特别有提，所以我们没有异议，我们全部均照案通过。那审查结果，本次审查有关各单位预算的执行、政策的实施及特别事件之审核、救济等等事项，我们均照列。请问各位委员对审查结果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好，本次会议议程全部进行完毕，我们宣布散会，大家辛苦了啊！来，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哎，照顾不快，家弟啊，谢谢啊，记住，安尼啊，哦，我无个，哎，安好，多谢多谢，多一朋友，多谢，哦，你动作紧。哦，安尼好，伊个，安尼好 ，OK， 安尼好，安尼好，阿哥好，多谢，好，好，谢谢，好，辛苦，哈，哎，辛苦！谢谢啊，哎，辛苦啊。